那嗅觉的这个特化的神经细胞呢，它会在末梢的地方特化成这个 cilia，也就是这种纤毛的构造，然后突出在那个嗅上皮里面哦。那如果把这个 cilia 放大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微纤毛的构造放大来看的话，那在它的末梢呢，这个细胞膜上面呢，其实上面是具有一些膜蛋白存在哦。那它上面这个膜蛋白有一个特殊名字，叫做 G protein couple receptor，就是 G 耦合蛋白受体哦。那这种 G 耦合蛋白受体的意义就是，它的前端呢，它在露出细胞膜外的地方有一个接外界化学分子的这个配位体的这个 ligand 的位置哦。那这个气味分子都是一些化学分子哦。那所以它当它粘在这个蛋白上面的配位的时候呢，它底下的这个讯息传导会启动。那底下这个 G 蛋白一启动之后呢，它就会促使它底下的这个 G 蛋白哦，产生一个二级讯号，去开启膜上的一个离子通道，那进而造成内外的这个电位差，那再诱导这个动作电位哦。那所以这个它会经由这个前端的 olfactory cell，也就是这个特化的细胞，产生了动作电位之后，然后借由这个嗅神经，然后再回传到中枢神经系统，也就像是中枢神经系统脑区里面的杏仁核，哦，那海马，还有在这个嗅觉皮质，那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区呢，这个跟其他的感觉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不经过丘脑的修饰，就直接回到 CNS 的整合。那这里面像杏仁核，amygdala，它最主要负责的是情绪恐惧这部分。哦，那 hippocampus 跟我们的记忆、学习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当它回到嗅觉皮质做解释之前，那前面它会经过一个情绪的处理，然后它会把一些学习记忆的经验放进去，所以最后才会进到嗅觉的皮质里面。哦，所以嗅觉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感官，尤其在人来说的话，嗅觉跟你的情感，然后记忆跟学习的经验都连接在一起。哦，那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G 蛋白耦合受体的这一种机转呢，最主要是所有的 G 蛋白耦合受体，它只有前端的膜蛋白上面接的那个 receptor 会不一样。可是，一旦它后端启动了这个 G protein 的形式的时候呢，G 蛋白的一个形式，所有的 G 蛋白耦合受体的作用的方式大同小异，只是差在它这个 G protein 呢，它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有不同的名称跟类别。那目前这种 G 蛋白耦合受体已经分离出700多种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界常见的一个机转哦。那 这个 G 蛋白它接收到这个气味分子的时候呢，底下的这个 G 蛋白它有三个次单元蛋白，叫阿尔法、贝塔、伽马这三个次单元蛋白。那其中的阿尔法这一个蛋白呢，次单元蛋白会跟贝塔跟伽马这个分离开来哦。那这个阿尔法呢，它会去粘在这个，就是当它启动之后分离之后呢，这阿尔法会去粘在这个腺苷酸环化酶上面哦，那这时候它会促使腺苷酸环化酶产生它作用，那就使 ATP 转成 CNP 哦，那这时候这个 CNP 会变成第二个讯号，就是 CNP 会粘到膜上的这个钠钾离子通道上面哦，那这原本钠钾离子通道是关闭的，可是它接收到 CNP 的讯号的时候，这个通道才会打开，所以内外的离子就会产生交换哦。那一旦产生交换，就会产生一个电位差。那我们正常的这个 olfactory receptor，也就是说，在这个纤毛上面的这些受体呢，基本上大概会有300多种。那这300多种，它可以排列组合，它也可以有强度的变化，所以正常来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大概可以分辨出这个大概10000种左右的气味分子哦。那这些排列组合哦，它其实
每一个人落差很大哦，它有个体很大的差异性哦，所以这些这个，但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嗅觉它其实是一个会再生的神经细胞，所以它基本上它会在你年轻到中年以前，你的嗅觉如果没有过度使用，它大概会维持在一个就是一定的敏感度。可是当到老年之后，这些它原本在底层的那些 olfactory insulating cell 哦，就是 OEC 细胞，它不见了之后呢，它其实慢慢老化之后，你对于味的，就是气味分子的敏感度就会越来越低。那当然，像有一些特殊职业，就是我们之前有，哦，像这一个后面哦，这个有一些职业呢，有一些职业类别，它其实经常必须使用味觉，所以它必须维持一个正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它也没有一些刺激，经常用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啊，所以它可能可以维持敏感嗅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可是你可以想见，在图片里面的这几样这个不管食物也好，或是你看到这些工作也好，甚至像猪闻到那个松露的味道，或是烧烤的时候，其实让你会觉得很想吃，原因是因为你先闻到那个味道。那这些都是因为你先看到，先因为嗅觉所引起的生理反应哦。那嗅觉跟味觉不一样哦，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味觉。那嗅觉本身它是一个远距离的感受器哦，就是说在你还没有看到，其实你闭上眼睛，你也可以先闻到味道哦。那这个有助于你看很多生物，包含狗，包含老鼠，它可能像老鼠，它的视力并不好，所以它必须仰赖它的嗅觉。它的嗅觉就是它避开危险或是它找到食物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但是对人来讲刚好相反，人的眼睛视力比很多动物好，但是我们的嗅觉就退化了哦，所以我们的嗅觉就没有办法像其他动物那么灵敏哦。可是你看像在空中飞的鸟类或是像老鹰好，他们的嗅觉跟视觉。哦，它的视觉比我们敏锐非常多，可是相对的，它的味觉就退化。哦，那这个是人类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你看到这些食物哦，或是你在看这些图片，其实我们是嗅觉跟视觉优先。那嗅觉这件事情一样，虽然我们退化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运用嗅觉来分辨环境里面的一些变化。哦，所以它是一个远端的特殊感觉，但是味觉呢？我们等一下提到的吃东西这件事，你必须放到嘴巴之后，你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所以味觉它本身是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特殊感觉哦。那这个视觉一样，它是一个远端的一个特殊感觉哦。所以嗅觉的皮质呢，它基本上位于这个颞叶哦，这个翻开来之后，在颞叶的内侧哦，那有一个嗅觉皮质。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它跟那个杏仁核还有海马回在一起，对不对？它先通过杏仁核和海马回才到嗅觉的皮质，所以可想而知，其实嗅觉的皮质就在海马回的附近而已啊，就是它在海马回里面有一个内嗅皮质的位置哦，目前已知大概是这个样子哦。但是课本上只告诉你，它就是在嗅觉皮质就在颞叶的内侧哦。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在大脑的分布上面哦，皮质的分布上面，味觉跟嗅觉两个是很靠近的，一个是在颞叶的上方，一个是在颞叶的下方哦。那你可以看到，另外就是听觉也是在这个区域，可是唯一不跟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是视觉，视觉在你的枕叶的位置哦。好，所以从它的解剖构造上来看，它的 central pathway，也就是说它怎么回传到中枢神经系统，我们看绿色的这个位置，绿色这条线就是嗅觉所走的近路哦。那它从这个杏仁核、海马回，然后到内嗅皮质。这个地方就是嗅觉最重要的
那个对应的皮质区域。那当然在其他大脑皮质区可能还有一些是跟嗅觉相关的，可是最主要是在内嗅皮质的这个区域。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当然嗅觉它目前有很多还是未知的，因为嗅觉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诺贝尔奖颁给那个嗅觉的这机转的发现者哦。那其实可想而知，嗅觉其实它发展，它是在近代生理医学才发展哦。那我们对于嗅觉的了解，目前知道，当然在课本里面都写说它不经过这个丘脑，那可是在目前有些证据显示，它嗅觉可能有一部分是会经过丘脑，可是这些因为它还没有列入在课本里面，各位当参考就好了哦。那嗅觉它，当我们这个把鼻子捏起来的时候，那但是当你手放开之后，你还是会闻到一些味道，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在咽喉的这个部分，其实在软腭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鼻腔跟那个口腔是相通的哦。所以当你鼻子捏起来，虽然不气味分子不会直接从鼻腔进去，可是它会从口腔进到你的这个咽喉部，然后再从这个地方有一部分气味分子，它如果没有粘在黏膜上，它就会进到鼻腔里面，所以你的鼻腔还是会闻到一些味道。这也是为什么你当你把鼻子捏起来，你可能一开始是完全闻不到气味的，可是当你手放开之后，你吃进去的东西还是会停留在你的鼻腔里面，还是会产生一些嗅觉哦。那哦，然后在那个鼻腔里面的这个嗅觉的上皮黏膜里面，它特化的这个构造呢，你可以看到嗅觉跟味觉它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等一下大家上到那个味觉的时候就会知道，就是说它这些特化的 receptor， 它的末梢都会形成一个像这种纤毛的构造。那味觉里面那个味蕾也是一样，它把那个纤毛突出到外部去接收这些化学分子，原因是因为这些化学分子有可能浓度非常的高，那在环境里面你会经常接受到刺激，如果你的细胞本体是暴露在外面，它很容易就会本体就会产生伤害，所以它会特化成这样的形式。那嗅觉呢，它跟记忆连接在一起，经常我们会说，就是比如说你闻到香水，你就想到某一个你认识的人，或是你吃这一道菜的时候，你就想到这跟我妈妈煮的可能很像，那这种叫做联觉哦。那这种联觉呢，在嗅觉里面特别明显哦。尤其我们对于气味，虽然我们的嗅觉不像其他动物灵敏，可是当你闻到某些气味的时候，它会跟你的记忆连接在一起。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解剖构造上，它就是跟海马这个构造连接在一起，对不对哦？它从嗅球进来之后，从嗅镜一路进到什么？进到边缘系统，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杏仁核，还有海马回的位置哦。那海马在这个地方，杏仁在这个地方哦。这个这两个都跟情绪的记忆有关系哦。一个，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像嗅觉之所以会跟这些学习的经验或记忆连接在一起，或是跟人连接在一起，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在解剖构造上，它其实就是经由这个记忆的这个路线哦，再进到嗅觉的对应皮质里面哦。那嗅觉的部分大概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样子哦。那味觉的部分呢？味觉在课本里面它并不叫，就是在英文里面我们一般常用单字是 taste。可是在生理学当中，它课本列出来的单字是 gustation 哦。 gustation 呢， gustation 它最主要在这个医学上面，它是专用于味觉这一个名词哦。那最主要我们会产生味觉呢，是因为我们舌头上方哦，最早是发现在舌头上面的这些乳突里面会有一些叫味蕾哦。那这些味蕾呢，它这个特殊构造，它跟嗅觉的那个 receptor 一样，它会接收食物溶在唾液里面的这些化学分子，然后这些化学分子就会
让你产生这个味觉的这个电位哦，那这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去解释这个味觉是什么。那在舌头上面呢，这些味蕾其实分布在各式在你舌头上面的不同的乳突的位置。那可以看到，就是有四种不同的乳突在你的舌头上。那根据它不同的位置跟数量来看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一个叫做视状乳突，那这个叫视状乳突呢，它跟它的形状有关系的，它就是在，但是它在你的舌头的正中间，大概三分之二大概都是分布这种视状乳突。可是这种视状乳突呢，它并没有味蕾，那但是它数量又最多。那但是第二种呢，分布在你的舌尖两侧跟舌尖的位置的这种叫做蕈状乳突。那这种蕈状乳突呢，它就像一颗蘑菇一样，它带有味蕾。那你可以看到味蕾会分布在它的皮层交界的这个位置。那交界位置这种小颗小颗的是味蕾，它数量可能并不是最多，但是呢，还有一种是分布在你的舌根的位置，有一种又圆又大的这种叫做轮状乳突。那这种轮状乳突呢，它外面有一层厚厚的这个包覆层皮层，那它的旁边的这个缝隙就会特别的深。那你可以看到，在它的交界处，它的味蕾分布就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当食物分子来了，溶在唾液里面的时候，那些化学分子就会在这些缝隙流到这个缝隙当中，然后那些化学分子就会接触到这些味蕾。那这些味蕾就会去分析这些在唾液里面的化学分子。那还有一种乳突的形式是在这个舌的两侧，那两侧的这种叫做叶状乳突。那这一种乳突它也有味蕾的分布，所以在四种乳突里面，就只有四种乳突是没有味蕾分布，但是它数量又最多。那这个味蕾呢，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每一个味蕾的顶端会有一个孔，它叫做胃孔哦 ，testicle， 在这个地方。那胃孔的上端呢，就是味蕾特化的那个微纤毛哦，也是跟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在鼻腔里面那个纤毛是很类似哦，它就像这样突出在侧面的哦，你看到那些乳突，它就侧面这样子，它突出在那个胃孔外面哦，那这些突出的纤毛一样，它就接受外界的化学分子。那你可以看到里面在那个味蕾里面有很多的细胞交错在一起，但是呢，从它的外观上，你其实不太容易分出来哪些是receptor 有这个味蕾的接收器的细胞，哪些是支持的细胞。那从你必须去看说，其实在那个切片染色里面，它必须去看它底端有没有连接到这些神经纤维，有连接神经纤维的才是带有 receptor 的神经细胞。那和其他的这些叫支持细胞 supporting cell， 那它就只是让这个细胞整群维持一个固定的形状。那味觉它一样可以再生，它一样会有这种 basal cell， 就是在基底层的这些细胞。它跟嗅觉很类似，当你这个味觉细胞它因为过度使用老化凋亡的时候，那这些基底细胞就会再补上来哦。那以前我们在课本上经常会跟大家讲说，在味觉上面是有不同的位置分布，叫做味觉地图哦。可是实际上这种味觉地图并不存在。以前我们会说舌根的部分是苦味，然后两侧是酸味，然后甜味还有咸味也是分布在舌头的周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味觉的地图存在哦，因为在你舌头上面的每一个位置，它在味觉的感受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味蕾呢，它其实一整颗的味蕾里面会包含各式各样的不同感受器的 receptor 在。也就是说，酸甜苦咸这些味道，通通都会在一个味蕾里面会包含好几种味道的接收器都会共存哦。那只是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基本上在一颗味蕾上面，它可以感受到
的这些特殊的味觉都是一模一样的哦。那这些味觉的细胞哦，它基本上就是最主要是靠它上面的这些接收器来接收分子哦。那每一个这一种味蕾里面，它大概会包含50到100个这一种细胞去组成一个像筒子、圆筒或是洋葱形状的这一种味蕾哦。那这个味蕾呢，基本上它本身并不是神经细胞哦，因为我们前面最前面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这些在感觉生理里面提到的神经细胞呢，你要看到它最前端的那个接收器的位置，它通常都不是神经细胞，它是借由接收器产生这个讯号，电位讯号，那个电位讯号往后传，传递的那个有神经纤维连接的才是神经细胞本身，哦。也就是你要看到轴图，我们前面有提到有一个 sensory unit，就是你必须看到一个神经细胞连接一个轴图。那连接的轴图那个才是神经细胞，那它前面放把那个神经物质传，就是利用突触小泡传出来的那一个前端呢，尤其在这些特殊感觉里面，前端那个接收器的那一端，那个本身还只能叫做接收器细胞哦，那个可能本身不是神经细胞。那目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味觉哈，就是可以我们就是很。应该是说，人类啦哦，人可以分辨出的味道，课本里面列出来大概有5种，一个叫做鲜味，一个叫做咸哦，苦味、酸还有甜味哦。那目前除了这5种味觉以外，课本没有列的，它会有列出一些叫做非典型的味觉哦。所以什么叫非典型味觉？就是除了这5个味道以外，它现在都归类在非典型味觉，像。喝水哦，如果你去想想看，水可能会有不同的味道，甜的味道哦，有离子就会有甜的味道。如果你喝的是去离子的这种利渗透，它可能什么味道都没有哦。那可是感受水的味道这件事情，人可能还没有就是完全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可是有一些从果蝇身上就知道说，其实它是有一些可以分辨出不同的水哦。那它的味觉比我们更精细哦。那在图片当中列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脂肪哦。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脂肪？因为脂肪对于味觉来说，它非典型，它是一种非典型味觉。就是有些人他对于脂肪游离的脂肪酸，它会特定走一些味觉的接收器哦。但是这不在我们课程考试或是我们上课的范围里面哦。那是比较进阶的生物学，但是。课本里面所提到的鲜味、咸味、苦味、酸味跟甜味，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机转哦。那味觉本身是一个 chemoreceptor，也就是化学分子的接收器哦，它接收外界的分子，所以它是 exteroceptor 哦。那它都是走 GPC 啊，也就是 G protein carboreceptor，跟刚才嗅觉那个机转是类似的哦。那不同的生物呢，它的味觉，它的这个味蕾的形式长得也大同小异，像右边的这个图中，它这个显示的这个就是兔子的味蕾哦。那你看它也是呈现一个洋葱状哦，就这里哦，它呈现一个洋葱状，那里面也是就是细胞交错在一起哦，会有 receptor cell 哦。那这个是老鼠的这个味蕾的染色，你可以看到它大致上的形状也是一个像洋葱状的这个构造。那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在课本里面提到的这些5种味觉的机转哦。那咸味跟酸味把它归在一起，原因是它们两个走的是离子通道的形式。那咸的话呢，最主要它是去感受这个钠离子的这个离子通道哦。一旦钠离子通过哦，当你的食物当中有钠离子哦，那钠离子通过这个通道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这一个带有钠离子通道的这个细胞的去极化哦。这时候它会产生神经突触的这个末梢小泡的释放哦，这时候神经传递物质就会传送到神经细胞的这个轴突上面哦。那这个就是咸味的一个机转，就是钠离子来，
造成去极化，然后再造成神经传递物质的释放，那造成它的这个动作电位。那如果是酸位的话呢，它一样是走离子通道，那它走的是氢离子的通道，就跟你做酸碱滴定一样，氢离子代表的是这个 pH 值调酸的那个部分。那它走了这个离子通道一样，它只要经过这个特殊感受氢离子的通道，那它就会就是感受到在食物当中的酸碱度。那它应该说酸度啦，不是酸碱度，只是酸而已。那它就会产生去极化，一样产生后面的动作电位。所以咸跟酸它走的是离子通道的形式，可是呢甜味呢跟苦味它走的是巨蛋白偶受体的形式。也就是说，当糖或是跟糖类似的结构粘在那个这个带有这种甜味的特殊感觉的接收器的时候呢，它才会去启动它的这个去极化，产生这个后面的动作电位。那苦味的话呢，最早人类发现的是从奎宁，奎宁是一种抗疟疾的药物，但是呢这个因为它苦味很强，或是有一些化学毒性物质都是苦味很强，所以这个苦味呢，当这个分子或是相同的这个类似结构的分子它粘在那个 receptor 的配位上的时候，它才会启动它的讯号分子。那这要提的就是说，很特别的是很多生物带它这个是不带有甜味的这个接收器的基因，像很多哺乳类生物其实不是每一种动物都可以分辨出甜的味道，那但是每一种动物几乎都有苦味的这个基因。原因是因为这个甜这件事情，像猫就分辨不出甜味，所以猫你给它这个甜食它根本就连看都不看，但是它却很爱吃那个就是一些草或是一些叶类的植物，原因是因为猫可以分辨出七种的苦味。但是苦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前面说，因为很多环境的有害物质其实都会带有苦味，所以早期生物在发展的时候，只要吃到苦的东西它就把它吐出来，那避免一些有毒物质进到体内去。那最后一种特殊的味觉就叫做鲜味，鲜味是最后发现的味觉，就是课本里面列的比较近代的新的味觉就是鲜味，因为在早期一点的生理学课本并不会列鲜味，可是近年都已经把鲜味放进来。那鲜味大概是19世纪初发现，是日本人发现的。那他在那个海带跟他那个味噌汤里面，就是有一些咸味跟如果你去就是想想看，就是你所谓的鲜味其实它就是介于甜跟咸之间的一种感觉。那怎么去形容它呢？这个你喝味噌汤的时候，它可能除了咸以外，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甘味啊。那日本把它翻成直接用它的就是甘甜的这个字来代表，叫做 umami。那其实他讲的就是鲜味这件事情。那最早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发现在海带上面不是会有一层白白的像粉一样的东西，如果海带晒干你就会看到那一层像粉一样的东西，那如果你把它去掉，你去煮汤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有鲜味，可是它鲜味不会那么强烈。那因为在上面那一层叫甘露醇，那个它是一种醇类，那基本上它的结构就是它也是带有这种脯氨酸类的一个盐类。那这种盐类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谷胱酶的一个化合物。那当时它纯化出来，就是最后纯化的结果就是只要是这种脯氨酸类的衍生物大概都会具有这个鲜味的效果。那这种鲜味跟盐在一起的时候，它大概盐就会提升，这两个会相辅相成，会让你的味觉产生这个大概10倍到20倍的这个扩增效应。这为什么？如果你去喝这个，譬如说这个肉骨熬的汤，如果它都不加盐的时候，其实你当然还是会有味道，可是
感觉不会很强烈。可是它为什么有些食物只要加，有些汤只要加一点点的盐，喝起来就让你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那如果你就是鲜味这件事情哦，早期这个日本人发现这个叫池田菊苗哦，当时他发现了之后呢，他其实他是把它就是成立，就是他发现了这些鲜味的秘密哦，开了一家公司，他最早我们在用的味素哦，那时候只要一点点这种结晶物啊，味素的结晶物，也就是他最后去纯化出来的这种脯氨酸盐哦，它加一点点到汤里面，就白一般的水里面就会有这种有点甜带咸的那个味道，它不用熬煮很久就会有高汤的味道。那原因就是因为在它，你想想看，在那个它日本的那个味噌汤里面，它用的是鱼干，用的是一些肉类或是海带，这些食材里面带有大量的氨基酸，哦，那这些氨基酸呢，基本上你把它浓缩在一锅汤里面，你喝的是那个氨基酸的味道，哦，所以你看到它其实就是，但是在这些氨基酸里面，其中，引起鲜味的就是这个谷物糖酶，所以你看到后来在这个池田的实验室，他们陆陆续续发现了相关的衍生物 L-glutamate 或是 monosodium glutamate， 这些通通都会诱发这个鲜味的感觉。所以你现在去，如果你下次有机会，你看看那个像鲜味炒手啦，或是像这种什么鲜味露，它里面的成分就是这些东西。那这些目前都可以用人工化学的方式去合成，合成之后，其实你吃的就是一个氨基酸的味道，哦，那它走的是跟甜味有关的一个受气，但是它就是对于谷物糖酶是有这个特殊的感受性。那最早，在1968年的时候，其实在外国人他们陆陆续续都慢慢的会排斥吃味精、味素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有一篇期刊发表在那个《新英格兰杂志》上面。他就说有一种症状叫做 The 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 哦，就是说他去中国餐馆吃完饭之后，他发现每次吃完饭他都会头痛。可是实际上这跟吃到味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可是这件事情就被以讹传讹，就是跟前面你看到味觉剃图一样，他被以讹传讹，就是很多外国人都觉得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期刊实在太有名，哦，所以这个味素一直被污名化，到近年其实我们才知道说其实它不过就是个氨基酸，虽然你吃完会有很口渴的感觉，可是它跟这个症状一点关系都没有，哦，那这些食物里面，如果你有吃过，你可以去回想看看，在这些食物当中，这个它就带有大量的这个氨基酸，尤其像这些肉类、火腿，当你把它风干之后，这些氨基酸会浓缩再浓缩，熟成牛排也是这样的道理，哦，就是当你把氨基酸浓缩了之后，你放到口中那个味道就是甘味，哦，那这里面像这个酸，哦，或是像刚刚我们提到像海带上面这种白色的粉末状的那种甘露醇，哦，基本上这些食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几种味觉的来源，哦，那还有一种，这种叫神秘果，然后这个里面它果肉是白色的，那这种神秘果也很特别，在自然界当中也目前也只有少数的这种植物，它虽然是植物性的蛋白，可是这种神秘果的这种果肉上面带有的蛋白会粘在那个甜味分子上面，哦，甜味的接受器上面，但是它感受的是酸味，所以当它吃柠檬这种酸的时候，它会去启动甜味的 receptor， 然后你就会把柠檬，当你吃完这种神秘果之后呢，那你去吃柠檬，柠檬会变甜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它本身感受的是它对于这个 pH 值的氢离子是敏感的，可是它粘在甜味分子上就触发了甜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植物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味觉其实是每个人，他你感受到味觉其实应该是一致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
一个味蕾上面应该会有甜、鲜、苦、酸，点点点点，就是你有几种味觉，它都在同一个味蕾上面会表现哦，所以它的感受性应该是一致的。哦、那但是每个人的这种排列组合会不太相似哦，所以你的每个人的味觉的敏感度会不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它列的是在近期的期刊就会发现，其他生物它一样会有带有这些味觉，可是不齐全哦。像 mouse 老鼠，它就只有苦味、甜味跟咸味，它没有它就没有这个酸味跟咸味的这种感受器哦。那像这个果蝇的话呢，哦，它就分得更细，它有苦味、甜味，还有特别认识氨基酸的味道，那还有一些像认识这个 glycerol 或是我们刚才提到那种非典型的认识水哦，它可以去分辨不同的水哦。所以在不同的生物当中，虽然它的味觉基转是类似的，可是它的分辨的程度跟精细程度不太一样哦。那它怎么传导？其实刚刚我们有提过，就是在一个味觉的 receptor 上面，一个细胞上面呢，它其实带有这几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 receptor。那这些 receptor 呢，基本上它的后端都是一样，就是当它产生一个，当它讯号接到前面的这个接收器的时候，或是通过离子通道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去极化的现象。那这个去极化呢，在促使这个在细胞膜上的这个钙离子通道打开，那这些钙离子进来之后，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这些突触小泡的这个包覆哦，另外让它降落在这个末端的这个膜上，产生这个神经传递物质的释放哦。那这些神经传递物质，当你这些前面接的量越多，它分泌的神经传递物质越多，那这时候它的讯号强度就越强，这也就是你味觉感受强烈程度的差异哦。那所以它最后味觉的话呢，当它神经传递的过程，它还是会经过丘脑的修饰，再传到味觉的皮质哦。那在味觉的部分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味觉的皮质在颞叶的上方嘛，哦，那它跟嗅觉的皮质是相邻的哦。那在舌头上面的味觉呢，它基本上它神经传递的方式哦，它总共到整个舌头大概会有这个三个神经的支配哦，一个是舌前的三分之二哦，舌头前端的主体的部分前三分之二呢，最主要是由面神经来支配哦。那舌根的三分之一呢，也就是从这个轮状乳突到接近咽喉部的位置，这是由舌咽神经来分配哦。那这个咽喉部呢，最主跟会咽的部分最主要是由迷走神经分配。那最后这三个呢，他们会聚集在同一个脑干上面的同一个味觉的核区，再向上面传递到这个丘脑去。那这个写的更比较清楚了，就是说舌前三分之二是颜面神经的舌支，它有一个舌支，就是前面这个部分。那这个舌后三分之一是舌咽，那会咽部就是迷走，那他们会统一传到在 brainstem 在脑干上面的孤立束核哦，然后再由孤立束核再传到丘脑的腹后侧核区 VPM 哦，然后这时候再传到大脑的味觉区，这就是嗅觉的味觉的一个这个进入的联系方式。那接下来我们讲是视觉的部分。那视觉的部分哦，我们先从它的，因为视觉是我们接收外界影像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哦。那视觉呢，我们人类的视觉大概可以接收从可见光范围大概从400到750左右。虽然整个电磁光谱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范围就只有一小段，可是这已经足够让我们分辨外界的一些事物哦。那越靠近750的位置呢，它其实是接近红外光哦。那接近400到450呢，就是蓝紫的这个紫外光的部分哦。那各位现在所用的这些手机呢，基本上它为了让你的视觉分辨更明显，
它其实都集中在400左右的这个波长。那这个波长其实它对于它的能量比较高，它对于它的虽然它的波长短，但是它能量高，那它会比较容易伤害到视觉，原因就是因为它能量高，它会穿透到比较深层的位置哦，它就会一路穿透到后面像视网膜这个位置。那在视觉的解剖构造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分成三层，眼球本身分成三层的构造哦，它由三层构造组成，一个是巩膜、脉络膜跟视网膜。那由外而内了哈，那最内层的这个视网膜就是我们视觉成像的一个位置。那从整颗眼球的构造上来看呢，那前端的部分有这个角膜哦，瞳孔到水晶体哦，那后面的这个玻璃状体呢，它会跟这个，它会整个维持一个眼球的一个形状。那后端这个会有一个视神经跟血管出来的位置，好，那这个地方是没有视觉神经细胞的分布，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视觉的盲点，看不到。那但是在视觉的这些我们在接受外界讯息的这个讯号呢，主要是借由在视网膜上面的一个神经细胞。那这是上面有一个叫做黄斑的位置，它是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它就在这个视神经出来的这个位置呢的旁边，会有一个这个在眼底镜看出来的时候呢，像这个位置就是从眼底镜看出来它的视神经出来的这个位置，跟血管一起出来的位置。那在它旁边有一个这个颜色比较深的点哦，那个地方就叫黄斑，因为它就是在这个光视野底下看到它颜色是比较深的橘黄色哦，所以叫黄斑哦。那这个地方就是视觉最敏锐的地方。那为什么最敏锐？但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那在你的这个眼球的前端呢，它分成一个两个空腔，好，有一个前房跟后房。那在前房跟后房里面呢，这个空腔在玻璃状体的前方这个地方分成前房跟后房。那前房跟后房它会有一些液体存在，本身也是担任一个眼球的一个营养或是这个滋润的部分。那所谓的前房跟后房呢，就在角膜的后方的这个部分，这个空腔叫做前房。那瞳孔进来之后，就是含有水晶体的这个部分叫做后房。那中间就是靠着这个瞳孔这个位置可以前后交通。那在这个角膜的后方的这个前房空间比较大，那在它的旁一侧呢，末端呢，两侧的位置它带有一个孔哦，它叫做许莱氏管哦。这个许莱氏管呢，基本上它是跟就是眼球里面这个房视翼呢，它跟外界连接的位置哦。那它会跟那个这个静脉连接在一起，所以最后我们的这些分泌的房视翼，它会进到静脉系统里面去哦。那可想而知，这个许莱氏管，它如果阻塞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病变哦，因为这个房视翼每天都会分泌，它是由什么分泌呢？是由这个睫状肌来分泌哦。那房视翼每天分泌一定的量，可是当你排不出去，它就会挤压，往后挤压，就会把你的眼球就会变形哦，就会产生一些病就是病理上的一个机制哦。那这个睫状肌本身，除了分泌这个房视翼的功能以外呢，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睫状肌还跟这个水晶体的形状有关系。那如果这个房视翼没办法这个正常的排出的时候，它就会压迫哦，它就会房视翼没办法排出之后，它就会往后压迫到后面这个玻璃状体哦，这玻璃状体就会挤压到这个视神经出来的位置哦，那造成了一个眼压过高的情况哦，这就是青光眼哦 ，glaucoma 哦。那这种青光眼如果不解决的话，它压迫了神经，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伤害哦。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就是在眼压过高，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许莱氏管阻塞，或是它有一些病变无法正常的这个让里面的水样液交通哦。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它这些水样液，它会从这个瞳孔做进出，好，从前房后房流通。
那这个瞳孔的部分呢，最主要是由这个结缔组织跟一个平滑肌所构成。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在瞳孔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中间的一个空的孔洞，那它周围是由这个环状的这个肌肉跟纵向的这个组织所构成。那中间的这个环状的部分呢，最主要控制的就是缩小放大那个瞳孔的大小，因为我们瞳孔最主要是控制那个光线进入，光线从角膜进来，第一个经过的就是瞳孔。那你瞳孔的放大或缩小就是一种物理性的阻隔，它可以让进到眼球里面的光线做一个有效的调节。那这旁边的这些肌肉呢，这些纤维跟肌肉呢，它就是叫做虹膜这个虹膜就是你不同人种里面那个眼球颜色不一样的一个差异那像我们就是这个黑色素比较高，所以我们眼球看起来就是棕色偏黑那有一些特殊的眼球的颜色像是灰色或是蓝色那这一种其实就跟它里面的一个色素分布是有关系的那像灰色它其实就是有点比较偏向于白质所以这一类的灰色眼球是应该是目前最少的那虹膜的部分就是这个睫状肌的部分，不是睫状肌啊，就瞳孔的部分呢，它其实它有两个神经来控制那它本身的肌肉走向就是外纵内环，就是外面是纵向的往外拉那内部的是环状的，这个控制那个进入眼球光线的这部分是环状的它这样比较有效率啊。你想想看，就是它就像相机的快门一样，维持中间那个圆球的圆孔的形状呢，是用环状肌肉来控制比较有效率所以当中间的这个部分缩小或扩大的时候要速度要比较快，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个当它缩小或放大的时候呢，它其实不是你的神就是意识可以控制的它是自主神经控制的。那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它缩小放大的时候，它靠的是这个睫状肌这个外面的纵向肌肉，不是睫状肌的辐射状的这个结缔组织往外拉的时候呢，它就让瞳孔扩大，有没有那这个往外拉，它最主要是由交感神经来控制因为交感神经它作用是速度比较快，当它往外拉的时候，瞳孔就会扩大那这个圆形的内部环状的这个肌肉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最主要是由副交感来控制原因就是当你外面的这个纵向肌肉往外扩张、往外拉扯的时候，它就是瞳孔放大，让比较多的光线进来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应付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的瞳孔才会扩大，接受更多光线，可以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当结束了之后呢，其实就不需要这个有这么多光线进入眼球，它必须要休息的时候，那就由副交感来调控，让它的瞳孔再回到原本的状况所以它是由交感跟副交感来做一个交互的一个调控那我们再来看到，如果进到瞳孔后端呢，它其实就是有水晶体水晶体的这个构造呢，它本身是一个多层的水晶体蛋白构成的那这个水晶体跟我们的眼球视力的调节有关系那水晶体它本身是可以形变的，就是说它可以变得比较薄，也可以变得比较厚那完全也是借由这个在睫状肌上面的一个纤维跟睫状肌来做一个调控。那它的但是在水晶体的这个部分的调控，它的肌肉跟纤维的分布跟刚才我们看到瞳孔刚好就相反。刚才瞳孔是什么？内环外纵它是靠外面的纵向去拉它。那在睫状肌的部分，因为它是一个水晶体本身是一个可形变的一个构造，
那拉在它上面的这个纤维的部分呢，这个 ligament 呢，哦，韧带，哦，纤维韧带的部分呢，它就是，就是它是外部水晶体的部分是外部是环状的，也就是在睫状肌的部分是环状的，哦，那这个韧带是纵向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显微镜底下，中间的地方是水晶体，那拉着它的韧带环状纤维，哦，跟它外部的睫状肌，哦，那所以它是外环内纵，哦，那这个水晶体变化的时候，当它变厚，变得这个比较厚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个它的韧带就会放松，但是它的这个睫状肌是收缩的。好，那如果是当这个水晶体变薄的时候呢，这时候韧带是拉紧的。好，那但是它的睫状肌是放松的。好，刚好是相反。那这个调节的部分呢，我们等一下来讲调节部分啊。如果这个水晶体呢，它长期照射到光线，或是缺氧，或是受伤的话，它都有可能会产生，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蛋白质，所以它会变成这个会质变，哦，就会变成这个像煮熟一样的蛋白，哦，它就是会阻碍到你光线进入的位置，这种叫做白内障，哦 ，cataract。那这种水晶体蛋白呢，它基本上这个在年龄大的时候，如果你的经常暴露在脱水或是无氧的状态下，或是照射紫外光的状态下，都有可能会产生这种这个水晶体的 denature，哦，那这种 denature 就只能用手术的方式把它移除掉，不然它就会阻挡到光线进来的，就是进到视网膜聚焦的位置，哦，那就是白内障，哦，那刚刚我们提到水晶体它的变厚或变薄，它基本上就跟视力调节有关系，哦，那正常我们的眼球它可以经过角膜之后呢，水晶体本身它因为它是一个曲状，它就会把光线往内缩，聚焦在视网膜的一个正确的位点上面，那就是在那些光感细胞的这个视网膜的光感细胞上面，让它产生一个正确的视力成像。可是当你近视的时候，也就是你的眼球曲轴改变的时候，当它变得椭圆，哦，那就是聚焦没办法在正常的位点上面，它会往前跑，因为你的眼球变得椭圆，那这时候水晶体就没办法正常的调节，它必须借由外界的这个镜片来做一个聚焦，协助水晶体把焦点这个聚焦在正确的这个位点上面，才能呈现这个清晰的视觉。好，那如果是远视的 hyperopia 呢？这个远视的部分，它是因为眼球的曲轴变小了，哦，那这曲轴变小，前后曲轴变小之后呢，它成像就是聚焦位点在眼球后方，这时候就借由凸后听的方式，哦，来将这个聚焦的位置往前提，哦，那还有一种是散光，散光的部分是因为角膜，哦，的形状改变，那角膜形状改变之后，它会造成光线进来的时候呢，没办法聚焦在同一个位点上面，那这时候就要用这种多曲度的这个镜面来改变这个散光的状况，哦，所以这个是水晶体的一个功能，它基本上它就是帮助你的眼球聚焦这件事，所以它在这个生理学里面它叫做 accommodation， 就是调试，哦，水晶体的调试作用。那这种 visual acuity 就是视觉的精准度啊，哦，就是说你的视觉基本上它就是好，那这种视觉的精准度的部分呢，就是跟你的水晶体的调节是有关，但是当我们年纪大或是水晶体它的弹性不像往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么敏感的时候，你的视觉调节就会变得不好，或是像有些我们是眼球的过度使用，那造成的眼球变形的时候呢，它就必须借由这个外界的方式、外力的方式来做一个视力的调节。好，那视觉的部分最主要是借由这个光感细胞哦 ，raw cell 跟 con cell， 一种叫做感细胞，一个是锥细胞，来做这个色彩的分辨哦，跟黑白影像的分辨。那这个
Rosale 最主要是跟我们光感哦，也就是黑白影像有关，它跟你的视觉的成像是有关系的哦。那 Conceal 呢，最主要跟你的色彩的成像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在 Rosale 的部分呢，它所覆盖的范围大概是在500nanometer 哦，就是最主要的 peak 是在500nanometer， 它可以覆盖从接近440到600左右哦。那你可以看到 Rosale 它本身呢，它这个里面带一个色素细胞叫 rhodopsin 哦，那这等一下我们提到它跟它的成像机转是有关系的。那它在暗视野的时候呢，它可以呈现一个就是让我们维持一个清晰的视觉哦。那 Conceal 呢，锥细胞的部分呢，锥细胞它分成三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感受蓝光，一种感受黄绿光，还有红光的一个范围。那这三种它分别是对这个不同波长有不同的敏感度。那其中呢，这个红光的部分呢，这个它是其实锥细胞它有分不同的大小，那红光是感受红光的部分，它的这个一样是锥细胞，但是它 size 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是感受绿光的这个范围的部分呢，它 size 是中等的，那蓝光是最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在整个光谱上排列的话呢，它们的最佳敏感度，譬如说蓝光的部分它是感受420，那绿光的部分531，那这个红光的部分是558左右，那整个它可以感受的范围就从400一路到700，就是由这些这个锥细胞跟感细胞就是覆盖了我们所有在可见光的一个范围的一个视觉。那这个蓝光跟绿光基本上它两个是很靠近，那红光的部分呢，其实红光的范围其实跟这个哦，这样说好了，应该说红光跟绿光它虽然在波长上很靠近，但是呢它在锥细胞的这个最大吸收波峰呢，它这个像感受绿光的部分，它的最大吸收波峰它会集中在531，它反而跟红光的这个558哦，就是红光偏黄的这个部分呢，它比较靠近。所以红绿的部分，红绿跟一般的视觉这三个就几乎 cover 了我们所有的这个视觉。那蓝光的部分呢，它就单独在420这个位置有一个特定的感受程度哦。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的色盲都是红绿色盲哦，就是很少出现蓝光的色盲。原因是因为你刚才看到这个红跟绿很靠近，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这个基因的，他们两个基因也非常靠近哦。所以就是经常我们看到的是因为这种红绿分辨不出来，而不是蓝光分辨不出来。当然蓝光色盲也有，可是非常少，因为它就独立在外哦。那所以它是本身是这种色盲本身是一种性联遗传哦。那所以它大部分都发生在男性，只有很少部分发生在女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缺陷啊，就是红绿的这个缺陷，最主要是在这个 X 染色体上面哦。所以当你是这个男性的话呢，你拿到了这个基因的时候，那你的 Y 没有，所以它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症状哦。那所以在常见的这个除了红绿色盲以外，另外一个呢，大概就是这种红绿色盲大概是就是在女性上面大概只有2%的几率，然后但是你看12%的几率是在男性。那这个我们前面提到味觉跟嗅觉它是会再生，但是视觉不会哦。但在视觉里面呢，我们看到在最后视网膜的这个位置呢，它就是这些锥细胞或感细胞所存在的这个位置。那人跟其他动物生物不一样，就是先下课是吗？是50分就下课了吗？好，那先下课。大部分的生物哈，它的这个光细胞、光感细胞呢，都是朝向外侧的。也就是说，它的锥细胞跟感细胞并不是反过来倒插在视网膜上的哦，
它是直接朝向外面，光来的时候就直接刺激到这个光细胞，就是感细胞跟锥细胞。但是呢，人的很特别，人是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视神经出来之后，它再反折回来，所以我们的光感细胞是反折哦，反过来再折回来到这个视网膜上面哦，我们是这个倒着生长哦。那为什么这种情况哦？目前科学家也不知道。那像章鱼啊，像这个有一些它视觉，像章鱼它视觉就是非常好哦。那或是像一些生物，它的光感细胞发现都是朝向外长，那人就是反过来长。反过来长有一个缺点哦，就是它的好处是它不会直接被外界的光刺激，所以它的伤害不会那么大。可是呢，反过来长的缺点就是光经过了这么多层的细胞构造之后，它就会衰减哦，就是有好有坏。所以你看到，当它反过来长，我们现在看看它的结构了哈，就是说它反过来长之后呢，它变成最外层，就是视网膜最外层的地方是 ganglion cell， 就是所谓的神经节细胞。那这神经节细胞呢，伸出很多个手哦，它就连接了一个 bipolar cell。那我们前面提到嗅觉里面有一个双极神经元，对不对？那这种双极神经元很少，可是呢，整个特殊感觉里面就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嗅觉，一个就是视觉哦。这种 bipolar cell 中间一个桥接的角色，那当然它也是聚集它后端的这个讯号的角色了哈。那最后才连接到什么锥细胞跟感细胞。那在图中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感细胞，因为感细胞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哦，那锥细胞的数量比较少哦。整个 photoreceptor 大概19次方，然后那可是其中只有 6% 是锥细胞， 94% 是感细胞哦，大概数量上落差非常的大哦。所以感细胞基本上它就可以好很多个讯号连接在一起哦，然后再汇聚起来哦。那这也合理，因为其实你仰赖这个一般视觉的机会比较多哦，但是色彩基本上它就是辅助让你的视觉变得更锐利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方向也就是光来的方向哦，所以光线来从眼球来的时候，如果一层一层往下放大，你就会看到光线来的方向就是由左到右哦。进来了之后呢，它要经过一层两层三层的细胞才进到锥细胞干细胞这里，那最后这个叫色素上皮层，就是锥细胞杆细胞镶在上面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它一旦你的色素上皮层病变，你的锥细胞杆细胞就粘不住，它就会掉下来，哦，那就会产生你视觉上的缺陷。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蓝光伤害，基本上就伤害到这一层，就色素上皮层，哦。所以你的锥细胞杆细胞并不是它主要伤害的地方，是你的色素上皮层细胞会接受到这个伤害。那这个光进来之后呢，它会启动这个锥细胞跟感细胞的一些化学反应。好，那光感细胞锥细胞跟感细胞它的在大小上面不太一样，但是它都大它在解剖构造上可以分成外结 outer segment 跟 inner segment。 好，那inner segment 的部分呢，它就是跟其他细胞，就是跟那个 bipolar cell 相交接的地方，哦，接的位置。那 outer segment 呢，这所有的这个它的这个化学反应呢，就主要发生在它的 outer segment，哦。那这个 outer segment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它要产生反应的这个 receptor cell 就在上面，哦。那后端的这个 inner segment 就是它的包含它的 mitochondria， 就是它的粒线体细胞原本体了哦，粒线体跟它细胞原本体所在的位置跟它的轴突哦，所以就分成这两部分。那这个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特殊感觉就很像啊，它前面就是借由一个 receptor 的特化构造，然后再将讯号往后传递哦。那但是真正的神经节细胞在哪里？在后面的这个 ganglion cell。那这个 bipolar 当然它也是神经元啦，哦，但是最主要神经细胞就是跟 ganglion cell，哦。那
从那个电显上面可以看到，其实即使是锥细胞，它也有不同的大小，但是杆细胞就蛮一致的哈。那再把这一层放大来看的话呢，锥细胞跟杆细胞它大小的差异呢，那你可以看到，它虽然都是交界着，好，这是。当然，绘图是为了方便让大家看到它的解剖构造了哈。但是当光线这样进来的时候，一路到最后这一个锥细胞杆细胞的这个感受层，也就是它的 outer segment 的时候，光都已经被一路的衰减哦。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光源，它才能够 induce 它的这个反应产生哦。那当它那个光线进来之后呢，在 outer segment 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以杆细胞这个 outer segment 来看的话呢，在它的 outer segment 它一层一层的这个堆叠的构造上面，会有一些蛋白质在它的细胞膜上，哦，这个叫做 rhodopsin，哦，叫做试纸质。这试纸质本身是由一个试纸蛋白 opsin，哦，跟视黄醛，就是维他命 A 的。这个另外一个名称了，叫 retinol， 那它是由这两个构成的，所以当我们吃那些胡萝卜素，不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视黄醛的这个前驱物质啊？哦，那个它就是视黄醛的前驱物。那如果你缺少的话，这个视黄醛就会少。一旦虽然你有视脂蛋白，但是缺了这个视黄醛，它一样没有办法产生正常的功能。那它怎么产生功能？这种过程叫做一个光褪色反应 （photo bleaching）， 就是说。正常在光没有出现的时候呢，这个视黄醛，哦，是以顺势的方式，哦，视时的方式固定在这个视脂蛋白的上面的这个结合位上，哦，可是当光来的时候呢，产生光的时候呢，这个上面的视黄醛会变成反视结构，哦，这时候反视结构呢，它就没办法粘在那个结合位上，它就脱离，它一脱离之后，视脂蛋白本身的功能就消失了，哦，就会启动一个一连串的电位反应，哦，那当视脂质光存在的时候呢，这个视脂质会离开，离开之后呢，它就会诱发后面的一个这个 photo transduction 的一个反应，哦，我们看下一张可能会比较清楚，哦，但是在这个 photo transduction 里面呢，这个光反应里面它所牵涉到的，我们前面在讲 G 蛋白耦合受体的时候，嗅觉跟这个味觉里面它的 G 蛋白耦合受体它所牵涉到的第二个讯息产生的位置是腺苷酸环化酶，哦，那个腺苷酸环化酶在嗅觉味觉里面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二级讯息的传递的位置，哦，但是呢在视觉里面它跟它们刚好分开来，这里用的是鸟粪嘌呤环化酶，哦，就是Guanine 的 cyclase，哦，所以它的功能是将 GTP 转成 cGMP，哦，那在暗处的地方呢，这些视脂蛋白跟这个视黄醛它会结合在一起，哦，那基本上它的 G 蛋白是不会启动的，也就是说这时候呢整个光反应就是没有光的时候呢，这个蛋白上面的这个两个物质是稳定结合的，那这时候膜上的离子通道，这时候膜上离子通道是开启的，也就是当你正常的情况之下，你的这个讯号是持续产生，也就是我们的视觉是持续的在产生。好，那可是呢，当这个在应该是说这样子啊，就是在暗视野底下，我们这个它的状况是。这个，因为它要产生更多的这个光讯号的反应，所以它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这个离子通道的讯号，哦，然后让它产生一个聚集化的现象，哦，那这时候这个 GMP cycle GMP 的这个过程，哦，是持续不断的发生。可是当光线产生，就是我们现在在亮视野底下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亮视野底下呢。这个就不需要这个视黄醛结合在这个位置上面，哦，那这时候它会去变成反视之后呢，它离开，然后底下的这个 G 蛋白耦合受体启动之后呢，
它这一样是这个 alpha 的 subunit 呢，这个次单元呢会去跟这个其中的一个酵素结合哦。那这个脂碱酶结合之后呢，这个就会去启动，这个脂碱酶就会去启动，让原本的这个 cyclic GMP 就是它的原本合成的物质变回到 GMP 的形式哦。那这个一旦它离开了之后，膜上的这个离子通道就关闭哦。它跟我们前面讲的嗅觉反应有点相反哦。那前面我们讲的是当这个因子出现的时候，它才产生反应。可是这里不是，这里的因子就是这里的因子出现就是光哦。那它产生了反应之后，反而是关闭了膜上的离子通道。这时候离子通道关闭之后呢，它就不会产生电位了哦。所以当在暗视野底下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不断的产生讯号哦。但是这个讯号呢，它基本上是一个 inhibitor 的讯号，就是说它去抑制了后面的这个双极神经元传递讯息哦。那但是这时候它会持续的这个一直在暗视野底下不断的发生这样的反应，但是当光线出现的时候，这个抑制的讯息不见了，就有点像闸门控制理论，这抑制讯息不见了，那它就会持续的把这个讯号传递到 ganglion cell， 我们就会一直看到影像哦。好，那当然它有更进阶的一个方式啦，但是这部分因为它这个有点复杂，这个如就是基本上在那个神经节细胞上面，它有分成几个不同的形式哦。那它跟它最前端的这个光感细胞的接收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光感细胞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些敏感度上的差异，譬如说光在正中心跟光在两侧的时候呢，对于它的刺激是不一样的哦。那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不会列进考试了，因为这个部分是一个就是在它可能在视光系它就必须要知道这个事哦。但是我们考试大概不会考到这么深入了，就是但是各位要知道说它是怎么启动这个化学反应的这个机制而已哦。那因为它的这个神经节细胞哦，它有一种是对于这个就是有光的时候是敏感的哦，就是光直接在它正中心的时候是敏感的，这种叫做 on 的 ganglion cell， 还有一种是 off 的 ganglion cell 哦。那这两个其实它走的这个进入是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它可以区分开来就对了哦。那但是这个只是为了就是解释说，比如说光照比较微弱，跟光照在正中央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那个就是在光照很微弱的时候，我们的视觉仍然能够分辨那个边界的效应。好，那这个比较重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黄斑，为什么它是视觉最敏锐的地方？原因是我们前面看到，因为感细胞呢，基本上它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都很多个接上一个 bipolar cell， 然后呢，甚至它跟 ganglion cell 就汇聚好几个感细胞的一个讯所产生的讯号。但是呢，锥细胞数量比较少，所以锥细胞呢，当它产生讯号的时候，通常都是由单一个这个 bipolar cell 或是这个就是最多就是两个三个这样子哦。那它的对应上面呢，它是几乎都是一对一的方式。可是呢，我们刚才说，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就是从视神经盘出来的时候呢，这些细胞的走向是反过来倒插在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就色素上皮层上哦。那它在反过来倒插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位置呢，是刚好它反过来插的时候两边交界的位置。这个交界的位置，因为它反过来的时候，中间会呈现一个凹陷的状况哦。那这个地方呢，它的光就是大部分都是锥细胞，都是存在锥细胞。那这地方的锥细胞呢，它基本上就是前面光线来，我们不是说它会经过很多层的细胞的阻隔，可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前端是刚好是一个凹陷，所以它当它光线来的时候，不用经过这些阻隔，就会直接打在这些细胞层上。
所以这个地方的视觉就会最敏锐，因为它不用经过每一层的光线的消耗、哦、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它会是在黄斑的位置，那个小凹为什么会是视觉最敏锐的位置，是跟它的解剖构造有关系。这个地方大概会有4000个锥细胞，那在构造分布上它也很特别，就是它知道这个地方光线特别的清楚，所以很多的锥细胞集中在这个位置，然后所以你光线进来它就可以很清楚的把色彩分辨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的视觉敏锐的原因。好，好，所以视觉的部分哦，就刚才那个就是 on 跟 off 的那根跟 cell 的基转，那个我们不会考试哦，但是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那视觉的部分呢，它最主要是借由前端的 photoreceptor， 也就是这个光感细胞在 retina 上面视网膜上的这个接收器呢，接收到讯号之后呢，那它会经由这个视镜哦，视神经，也就是视镜，然后回传到这个丘脑哦。那在视觉比较特别是它是左右交叉，因为这个视神经呢，它在视镜前方，它会先左右交叉之后，后端的叫做视镜哦。那前端这视神经的位置呢，左右交叉之后，它会投射到对侧的这个丘脑，丘脑上面有一个叫外侧矽状体，好、哦、，lateral geniticular nucleus、哦。那这个外侧矽状体呢，它会这个将视觉的讯号整合，那一部分的讯号会投射到这个上丘，好、哦，视觉反射的上丘，好、哦。那这个地方它会一起将这个讯号呢，再回传到再整。整叶的这个视觉的皮质、哦、那从视交叉到这个丘脑神经核，然后再到丘脑神经核，再到这个整叶的位置呢，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呈现一个放射状、哦、投射到视觉的这个皮质，所以它这个地方又叫做释放射、哦、就是说 optic radiation、哦、那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它当然它这个结细胞的部分它有分成 on 跟 off、哦、如果撇开这个我们不讲的话，就是我们前面应该有提到一个叫做侧抑制这件事情，在生理上的意义是让你的感觉变得更清楚，在视觉里面也有这样子的功能，也就是说当光照在正中央的时候，那你的视觉怎么分辨它在中间还是在两侧呢？哦，很简单，就是一样，它在中间正照的位置呢，它可能会讯号比较清楚哦。那但是呢，它的两侧，它的侧边讯号比较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接收到比较不清楚的那个讯号呢，讯号会被抑制掉。抑制掉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暗视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暗。视觉里面呢，它底下中间有一个这个正方形的构造，对不对？那当你在看这个黑色的中间正方形构造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灰色的正方形会特别的凸显出来？原因是因为它周围是暗视野，那虽然它一样呈现一些视觉现象，可是它被抑制掉，所以中间这个灰色就会变得特别的明显哦。那在亮视野底下，因为在亮视野，整个视野都是你视觉呈现刺激的状况，所以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哦，反而会被抑制掉，哦，就是这个是在视觉上面呈现的一个侧抑制的一个效果，哦，哦，一样，他就在讲这件事情。那这个有什么？这个对于你的视觉有什么样的帮助？哦，我们为什么可以分辨黑色跟白色中间的这个界限？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侧抑制，因为它让视觉变得更凸显之后，你就可以分辨出那个边的，就是那个边缘的位置，哦，它就可以让你更清楚的可以知道它的边缘在哪里，变得比较清楚，哦。好，那最后是听觉跟平衡觉。那为什么把听觉跟平衡觉为什么放在这里？原因是因为它跟运动是有关系的，哦，那跟本体觉有一些关系。那听觉基本上它就是收集外界的声波，然后它是一个物理的能量，哦，它一个震动压缩空气挤压空气之后进到你的耳壳里面，那
进到耳壳之后呢，它就缩小了那个收集的通道，让它变得集中。它打在耳膜上面，那基本上打在耳膜上，再进到中耳，再进到内耳。所以它是一个传递的过程，它是一个把物理能量转成生物能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借由中间的这个三小听骨的这一种机械能的构造，好，那让它帮它转成一个生物能。所以听觉本身也是一个 mechanical receptor， 就是一个机械性的受器。那最后呢，它这个能量必须传到内耳的这一个 hair cell， 也是由毛细胞再借由 hair cell 来产生一个电位的这个传递。那我们呢，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左右两耳声音的这个，因为你听到声音的来源，可能到你左耳跟右耳的位置，的应该说远近不一样，所以我们头部是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知道声音的来源在哪里。哦，它是借由左右耳的一个时间差来判断这件事情。哦，那平衡觉本身呢，它比较特别，因为它跟这个听觉的器官是共存在耳朵当中，那它可以维持我们本体的一个 proprioception， 哦，本体觉，哦，连结。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听觉这部分，哦，就是从构造上来看，这个耳朵的构造包含了外耳，哦，就是整个耳壳收集声音的部分，然后进到耳道里面，然后进到鼓膜之后呢，它接着连接着这个三小听骨，哦，所以这个部分就开始是中耳的范围，绿色的这部分。那中耳这个范围呢，基本上它就将这个声波再转成机械能的过程。那藉由这三个，哦，垂骨、粘骨跟凳骨，哦，那这个凳骨就粘在这个软圆窗上面，哦，那基本上它就是将这个，原本的机械能转换成液体的能，就是将那个能量丢到内耳的液体里面，让它变成一个这个驱动毛细胞的一个能力，哦，那在内耳的部分包含了半规管跟耳刮。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内耳的一个构造。哦，那耳刮这部分跟听觉有关，半规管这部分就跟这个平衡觉有关。哦，那我们一般耳刮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耳刮这个部分呢，大概正常一般人大概就是它会有一个螺旋的构造啦，齁，那每个人的耳道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异，但是大概就是 2.5 到 2.75 圈左右。齁，好，那这个中耳的部分刚才我们提过，齁，中耳的部分这三个听骨呢，这个在解剖上可能会跟各位讲的更详细，齁，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最后它这个凳骨的部分呢，这个它会粘在这个就是软圆窗上面。哦，那这个软圆窗呢，基本上它是连接内耳的一个位置，在它底下有一个叫圆窗。哦，那这个圆窗跟软圆窗都是一个薄膜的构造，但是呢很特别的是，这个软圆窗它虽然凳骨连在软圆窗，但是它并不是在软圆窗的那个膜的位置，它是在它底部的那个骨头的位置。哦，那这个底下的这个圆窗呢，最主要是当它能量进去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能量传递进去，这震动的能量传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沿着内耳里面的这个液体，哦，因为它有物质不灭定律，就能量守恒，所以它能量多少进来就要多少出去。那当它这个震动的能量进来之后呢，它最后怎么卸除那些能量，就是靠着圆窗这个地方，它是膜状构造，所以这能量打进来，这个圆窗会凸起来。所以它内耳的这个液体呢，就会吸收掉这些能量，那这时候同时它就产生一些生物电能。所以这个是中耳的一个功能，所以中耳当这三个听骨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没办法顺利的将声波转成内耳的这个液体振动的能量。那在内耳里面呢，包含了这两个构造，一个是三半规管，一个是耳刮的部分。那不管是三半规管或耳刮的部分，它都有所谓的迷路构造。什么叫迷路呢？就是
在解剖当中的迷路讲的就是一些管状的构造了哦。那这种绕来绕去的管状构造，基本上它叫都叫做迷路哦 ，labyrinth。那它包含了这种迷路构造呢，如果你把它切开来看哦，这种管状构造它通常包含两层，一层是外部硬质的部分叫骨性迷路哦，那里面就充斥着液体，然后在内里面还有一个管子叫膜性迷路哦，它是软的，那里面也充斥着液体，所以外层的这个液体叫做它就跟外淋巴液类似哦，那内层的这个液体就跟内淋巴液类似哦。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耳刮的部分先来讲听觉的，如果把耳刮的这部分切开来的话呢，从中间切开来，你可以看到耳刮这部分呢，当它切开来之后，你会看到它有几个特殊的构造，一个是神经进来的位置，哦，那神经会延伸到这个就是在耳刮里面管子里面的某些地方，那这个地方会被中间的这个构造分成上下两个，上面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管腔里面，这就是一个切开来一个管腔里面，那这个管腔中间被隔开来，中间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毛细胞，听觉毛细胞所在的位置哦。那上面的这个腔叫做这个前庭腔哦，那它跟前庭的一些管腔是连接在一起的，底下这个部分叫股室腔哦，股室腔的部分呢，它基本上就是负责刚才前面我们想到凳骨，它那个凳骨敲的位置，它就会从这液体就从这里打进来哦。那这时候它就会去扰动液体进来之后，它那个震动就会去，就是把这个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结构的底膜往上推哦。那这个外面的这两个腔室呢，它就是我们刚才讲外淋巴液的位置哦。那里面这个腔室就是内淋巴液的位置。那我们刚才说它一般人大概就是 2.5 圈到 2.75 圈左右啦，这个长度会有点差异。那如果我们进一步把中间的这个位置放大来看，这个就是所谓的 spiral organ， 就是这个听觉的螺旋器官哦，柯蒂斯器所在的地方哦。跑掉。那这个地方呢，它基本上充斥的内淋巴液。那这个内淋巴液呢，最主要是什么？是钾离子跟氯离子哦。那为什么会钾离子？因为在耳朵的这个到时候它要产生电位的时候，它靠的是钾离子，这跟前面我们看到的钙离子不太一样哦。它这里是借由钾离子来产生听觉的这个电位反应哦。那在外淋巴液的部分，它最主要是由钠离子跟氯离子组成哦。那这跟细胞外溢是类似的，那细胞内溢就跟一般我们看到就是内淋巴液是跟细胞内液类似哦。那你可以看到它长期是维持在一个80的这个microvolt 一个电位的状态哦。那中间的这个器官呢，它我们刚才说这个凳骨呢，它接收到这个机械外界来的声波的时候转换成机械能，它就把这个机械能往内这个震动哦，打在这个内管上面的软圆窗，那这时候这软圆窗呢，它这个能量往内传递的过程当中，它就去扰动这个基底膜哦，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spiral organ 所在的位置。如果我们把它整个放直来看，然后这是一个示意图，那实际上它当然是一个弯曲的构造哦，而且它越接近末端呢，它的这个管径会越小，而且越硬哦。那这有什么样的用途呢？当它这个我们的这些听觉的细胞，它其实在这个管腔里面，在这个耳刮管里面的分布呢，是越靠尖端，它对应的频率越低频哦。那越靠外侧是高频，所以它的尖端是对应低频，但是外侧呢，是我们经常会使用到，就是你接收环境里面的高频声音都是先伤害到外侧，所以外侧的这些细胞是比较容易凋亡。这也是为什么老人会重听啊，重听是因为外侧这些细胞到中间中频的这些位置的毛细胞比较快凋亡，凋亡之后它又不再生，所以它的听觉敏感度会下降，
可是我们对于低频的声音却还是可以听得清楚哦。那当这些毛细胞全部都凋亡之后，你的听觉就没有功能了。可是有些人听不到，耳聋这件事情分成两种，一种叫神经性的，一种是这种器质性的。如果是这种毛细胞凋亡的，基本上就没救了，因为细胞不会再生，我们目前也没有技术可以让它再生。但是如果是神经性的，就是它是神经传导出问题，那基本上带电子耳就可以取代那个神经传递的部分哦。也就是说，它接收端如果没问题，应该就还可以，就是用电子耳来取代。那你可以看到，所以在这个耳刮管的这个比较外侧的地方呢，基本上它是对应高频哦，越靠近内侧，因为它就是管腔变硬了，所以它对应的是低频哦。那如果把 spiral organ 切开来看的话呢，这个底中间的这一层就是听觉的产生讯号的这个位置呢，它底下有个基底膜，那它里面分成两层的这个 hair cell 的构造。 hair cell 就是它在顶端像毛状的一个构造。那这个毛状构造呢，分成一个内毛细胞跟外毛细胞哦， inner hair cell 跟 outer hair cell。 那这个像打勾一样的哦， V 字形，三个一起排列整齐的这一种就是外毛细胞。然后内毛细胞的部分呢，它就只有单一层哦。那这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实在不同的生物当中一样，它都会有类似这样的功能哦。那内耳跟外耳细胞呢，它这两个底下都会有神经纤维的连结。那我们刚才讲了，它会触动它底下的基底层往上推啊哦。那这时候呢，它的这些毛细胞的上面呢，有一个透明的胶状物质叫做顶盖膜哦。那这个盖膜会刚好靠在那个细胞的毛这个纤毛上面，那这些纤毛呢就会被这个盖膜本身不会动，但是当你这个底下的这个基底膜往上推的时候，它就会促使这个上面的毛细胞在这个顶盖膜上面做前后的移动哦。那它的纤毛有一根比较长，这个叫动纤毛，然后呢 ，kinocilium 哦 ，kinocilium， 那这种叫动纤毛。那其他的这些近纤毛呢，就是比较短的这部分。那这个动纤毛呢，最主要决定了它是不是产生动作电位的原因哦。如果说这个动纤毛被扰动的时候呢，它就产生一个动作电位。那基本上它是这样子，就是当它底部往上顶的时候呢，它整个这个运动的方向呢，都会导向这个像这个 inner hair cell 就会导向动纤毛的位置哦。那这时候后面的这三个 outer hair cell 呢，一样它会往这个内侧的方向移动，移动的时候它的动纤毛会被带往这个方向哦。那你可以看到，当它动纤毛呢，这个产生移动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它会产生讯号的改变？它这里不是靠这种巨蛋白耦合受体的形式，它直接靠一个机械能的形式，就是它的纤毛之间它有一个这个丝状的连结哦。那这个丝状的连结呢，它是连在它的离子通道上面，所以当它导向动纤毛的方向的时候呢，导向长的这个方向，它就会一瞬间把所有的通道一起拉开。那这时候，在外面的这个钾离子就会流入，那造成它后面的这个讯号的传递哦。那如果是导向近纤毛的方向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导向动纤毛方向通道就打开，导向近纤毛的方向呢，所有通道就一起被关起来哦。所以它是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去产生一个像闸门一样的控制哦。好，所以导向动纤毛的方向的时候，它产生去极化，就很多动作电会产生。那正常的时候，因为我们听觉是维持在一定的这个讯号哦，所以它正常的时候动作电会不会那么密集。但是当声音出现的时候，导向动纤毛的方向，动作电会就大量产生哦。那反之就是一个抑制的讯号哦。所以这是我们在听觉呈现上面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声音，就是因为震动导致了内耳的这个 spiral organ
往上推哦，那这时候这些这个毛细胞导向动纤毛的方向，那这时候一并把这些通道打开，钾离子流入哦，造成了它的去极化。那这时候这个去极化才会，这个钾离子流入的去极化才会造成后面的这个neurotransmitter 的产生哦，这个才是走钙离子通道的部分。好，那所以听觉的部分基本上它就是借由上面这个顶盖膜哦，跟这个 cilia 就是这些毛细胞的一个移动来开启或关闭这个离子通道，造成去极化，那再造成这个神经传递物质的释放跟听觉的电位哦。那这个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从外耳的一个物理性的能量哦，转成机械能，再转成内耳的生物能。所以听觉的部分呢，基本上它在从这个神经节回传到这个脑干之后呢，它会停在这个脑干里面的橄榄核哦，那再从橄榄核上传到这个丘脑去哦，那再从丘脑再传到这个听觉的皮质。那听觉的皮质也是在颞叶的位置，它有一个频率的对应关系。但是听觉不只是在对应在这个听觉皮质，只有频率对应在这里，可是很多的音乐它的对应是在大脑的其他皮质区，因为像你所听到的音乐除了音频以外，其实还有一些是文字的部分哦，有时候有文字，有一些你对乐器的理解，所以当声音产生的时候它不是只对应了音频，但是如果单纯只有音频的时候，它就对应在颞叶翻开来的位置，有一块皮质的区域呢，就是听觉的皮质，它大概靠近在这个感觉皮质，就是顶叶的最下沿哦，那跟颞叶交界的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听觉皮质哦。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听觉，讲完之后，另外一半部分半规管讲的是平衡，就本体觉的部分。那平衡这件事情哦，半规管所掌管的是一个旋转跟水平加速度的一个讯号哦。那当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呢，半规管里面的一些机转让你产生了一个旋转的本体感觉哦。那停下来的时候，半规管一样会告诉你它停下来。那或是你在搬重物头部上下的时候，你的头部怎么去感觉这些重力加速度，也是靠着半规管里面的这些讯号来产生这个头部的本体觉，所以它跟你的身体的平衡有关，它跟你的这个眼球的移动有关系，也跟你的身体的姿势跟移动是有很大的关系哦。它最主要功能就在左边的这个前庭部的地方哦。那这个半规管的部分哦，它最主要是它有三个方向哦。那等一下我们来讲半规管，在它的这三个半规管的前方呢，有一些构造哦。那你可以看到在听觉神经进来之后呢，前庭耳瓜神经嘛哦，那耳瓜神经当然进到刚才我们讲的 spiral organ 的底下，但是前庭神经呢，它会进到在这个它在半规管里面的这些维持平衡的这个构造毛细胞底下，所以你看它神经的走向走到哪里停住，那个地方就是它 hair cell 所在的位置。好，那在半规管的部分呢，它分成这个前半规管、后侧半规管跟侧半规管。好，那这三个刚好呈现一个 SYZ 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它就分别掌管三个不同的这个方位的这个加速度。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它的前端呢有一个凸起的构造。好，那凸起的构造有一个是跟半规管这个平行的，一个是跟它垂直的。好，那平行的这个叫 utricle 哦，叫椭圆囊哦。那垂直的这个叫球囊 circular 哦。那这个在解剖名词里面，那些凸起的位置、膨大的位置都叫 ampulla 弧腹哦。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除了半规管以外呢，其实前面的这一个
utricle 跟 secure， 就是椭圆囊跟球囊相对是蛮重要的，它叫做耳石器官哦。那它最主要就是感受重力这件事情。那三半规管最主要是跟你的一个旋转加速度有关，因为你各个方向它都有一个这个对应的方向的这半规管来做一个主要感应哦。那椭圆囊的部分跟球囊的部分哦，你看到所谓的 utricle 呢，它就这个 U 呢，它就是跟这个半规管这个形状类似嘛哦，所以你可以你记的时候就记这个 utricle 其实就跟半规管连接在一起，那这 secure 就是跟它垂直的哦。那这个椭圆囊基本上它侦测就是跟半规管一样，它是水平方向的线性加速度。那这 secure 为什么跟它垂直哦？它侦测的就是垂直方向的线性加速度。那怎么去侦测呢？它最主要是借由里面一样，它会充斥着淋巴液。那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会有股室接、前庭接，那个前庭接就是跟这个前庭的这些管腔连接在一起哦。那里面会有这个内淋巴液跟外淋巴液一样，会有这种液体的充斥哦。那这些凸起的位置就是它所谓的 hair cell 存在的地方哦。那这是它三个，就是后侧。侧半规管、后半规管跟前半规管这三个呢，分别对应 S、Y、G 三个轴。所以当你在旋转的时候，你如果有一个方向是跟它 match 的，那一个半规管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讯号当主导哦。那当你在旋转的时候，它怎么感应呢？在你这些凸起的位置底下是这个凸起的构造，上面是有一个 hair cell 存在。那这边跟前面那个听觉里面那个顶盖不太一样，是因为它这个 hair cell 直接是埋在一个胶状的物质里面哦。那个胶状的物质叫 capsula 哦，叫做顶帽哦。这个顶帽呢，就是凸起的位置上面是毛细胞，然后就连接着上面的这个顶帽。那当液体在流动的时候呢，这个管子是一个封闭的管腔，那液体就会跟你旋转的方向相反，它呈现一个反作用力，它就相反。那当你液体在流动的时候，它流向哪一个方向哦，就会出现这个，让它液体流动，它就会扰动这个在胶状物质里面的毛细胞，它就会产生一个动作电位哦。它没有像前面那么复杂，还有分成这个，它一样会有，应该是这样说啦哦，它还是会有这个动纤毛跟静纤毛的差别，只是呢，它这里就不是靠着那个hair cell 去扰动那个毛细胞，而是它直接包在胶状物质里面，然后液体流动的时候就让那个毛细胞产生左右的偏移。好，所以你会看到它一样会有动纤毛跟静纤毛的形式。好，所以当液体流动的时候呢，当你移动的时候、旋转的时候，液体呈现反。就是作用力的时候呢，那在里面绕的时候，这些毛细胞会被启动哦。那当你停下来之后，一直等到那个液体的流动停止了，或是它朝向反方向，当你一停下来，反作用力就会液体就會往反方向移动。那这时候你的身体就知道你已经停止，或是你的旋转已经结束了。当你液体绕得越快，它启动的这个每次绕过那个毛细胞的时候，它 fire 就是启动的频率越高，那它就知道你旋转的速度变很快哦。就是身体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感应旋转这件事情哦。所以在底部的这些位置呢，这个前面那个凸起的构造叫做壶腹 ampulla， 对不对？然后它底下的这一个就是在凸起的那个膨大构造底层的那个位置叫 macula， 就是那个毛细胞所生长的地方。那在椭圆囊跟球囊里面呢，这个凸起的构造呢，它又跟刚才我们讲半规管里面的这个 capsula 哦，就是这种这个盖膜的里面的这种毛细胞包覆的状况不太一样哦。那在球囊跟椭圆囊这两个地方呢，它里面的这个凸起的构造呢，里面一样有毛细胞，可是它一样是被包在那个透明的那个胶盖里面哦。那
只是它上面这个胶状物质呢的上方有一些叫做耳石，也就是一些碳酸钙的结晶，然后它会堆积在上面。那这些碳酸钙结晶是镶在那个胶体里面的，就是它藉由呢这个椭圆囊呢，它基本上它是跟半规管平行的，那平行的部分呢，它跟球囊，你可以看到它在构造上面基本上就是这个是毛细胞，然后胶盖上面有一个这个碳酸钙的结晶，那球囊的部分就是垂直的，垂直长，那椭圆囊的部分就是水平长，那所以它感受的时候，它是左右的时候，它就会扰动这个上面的这个毛细胞，垂直的时候就会扰动球囊的这个毛细胞。那这些碳酸钙的结晶呢，它基本上就直接镶在顶盖的这个胶状物质的上方，它不会脱落，所以当这些石头在流动的时候，它就会去扰动上面的这一个毛细胞，那你的毛细胞就会因为这些碳酸钙结晶的流动产生了一个讯号，所以当你头上下摆动的时候，你的球囊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些毛细胞就接受到这个扰动，那你左右摆动的时候，就是椭圆囊的部分它会产生这个扰动。所以在那个半规管里面，跟在最后我们提到这个耳石器官，为什么它叫耳石器官？是因为那个碳酸钙结晶它所造成的这一种机转有点不太一样，那基本上它都是去启动这些毛细胞的反应，那这些毛细胞在启动之后呢，当它导向一样，它导向长的动线毛那部分，就会把它的这个上面的离子通道打开，那这时候产生了动作电位之后，它就藉由后面的这个神经传递，传递到它的这个对应的皮质区去，所以当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的垂直水平加速度，就是藉由这个椭圆囊，然后再藉由你往前的时候身体的这个方向来决定它半规管可能会有某一个半规管对应的一个关系，那基本上它就是藉由你的头部的运动，那黑色有被启动，那这时候呢，这里面的液体扰动了这些毛细胞，产生了 neurotransmitter 的释放，那这个就是在听觉另外一个部分前听觉，你在感应头部的这个本体的位置的一个机转，那当然在这个不管是在球囊或椭圆囊里面，它其实即使它这个毛细胞呢，它是看起来是均匀分布的，可是它是有方向性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去分辨，因为刚才我们讲半规管它还有左右回绕的部分，那但是在球囊跟椭圆囊没有这个问题啊，它怎么去分辨左边或右边，基本上就是在球囊或椭圆囊的里面呢，它其实中间有一条虚拟的线，那所有的这些动纤毛都会朝向中间这一条线，所以当它朝左边摆或朝右边摆的时候，都会有一群的毛细胞跟着被启动，那藉由这个方式，我们人就可以分辨你的头是摆向左边、摆向右边、上或下，好，那在平衡的部分，它的这个 central pathway 呢，它最主要就是平衡觉会跟你的眼球有关系，眼球运动，就当你头部在摆动的时候，你的眼球是会跟着你的头摆向那个方向，所以它跟动眼中枢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另外呢，前庭也跟你的这个小脑连接在一起，因为你的平衡跟你小脑运动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眼睛前庭的平衡跟你的关节的感受器、本体觉的感受器，因为你的头部摆动的时候，你知道你现在是站着、坐着，那跟你膝盖还有肌肉上面的这些感受器也都连接在一起，所以前庭虽然它在听觉里面，可是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那因为它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运动是会连接的，所以这个听觉的部分呢，它除了这个
听觉的毛细胞那部分是很重要 ，spiral organ 很重要。那在后面前庭的部分，其实它在这些，比如说半规管、这个椭圆囊跟球囊这个耳石器官也很重要。那基本上它就跟这个，所以它的这个平衡呢，它就跟这个前庭动眼神经有一些联系，然后前庭脊髓神经也有一些联系，前庭丘脑皮质也有一些联系哦。那这个部分最主要它是在讲的是，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神经的传递的部分，然后就是说，当它从眼球进来之后，它经由视神经核哦。然后在动眼神经的部分呢，它也会跟这个外旋神经核哦，还有一些这个前庭神经核是联系在一起的哦。那如果前庭出了问题哦，前庭出问题，它跟小脑的情况会很类似哦。听觉出问题也是，当你的左右耳的听觉频率不一致的时候，就很容易会产生晕眩哦，因为你的头部的本体觉会紊乱，然后就会产生晕眩的状况。那如果是前庭出问题，会出现的典型症状跟小脑的那个就是不平衡、跌跌撞撞的走路姿势很类似，它叫 ataxia 哦，就是酒醉步啊哦，就是他在走路的时候很小心，可是又左右摇晃这样子哦，所以它会出现，当你前庭有问题的时候，你一旋转你就会跌倒，或是你会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然后经常走路就会跌倒，会有失衡的状况哦。那最典型的就是这种 ataxia 的一个坠步哦。还有一种症状叫做梅尼尔氏，就是你的左右听觉的频率失衡，就有一边的听觉毛细胞死了，另外一边可能是正常。这样子你因为你听到声音的时候，或是你站立的时候，你左右听到的方向，就是你头部转动的方向没有办法跟没有你没有办法判断正确的方向，然后加上你一站起来，可能瞬间如果是这个前庭就是失衡，那你就会产生晕眩，而且是很严重的晕眩哦。那最后这种梅尼尔氏，因为它最后治疗完之后都会产生单边或是双边的这个应该说spiral organ 里面那些毛细胞会凋亡，所以就会产生听觉的受损哦。所以前听觉通常你会产生前听觉失衡之后，下一个就是听觉的受损哦，大概都是这样。好，那我们在感觉生理的部分大概上到这边了哦。那有一些这个后面有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可能请大家有空要去看一下哦。然后另外就是等一下我们下一堂最后就是上那个运动生理的部分，那就是上到下礼拜的考试，就上到这个，就考到我们今天上完的部分，这样就可以。好，那我们先休息，等一下15分的时候再继续。好，那前面我们把感觉生理的部分就是上完哦。那感觉生理确实是在生理学里面比较多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是运动生理这部分哦。那运动生理是其实是古典生理学里面它其实早就发展的最早的一部分，就是运动。因为对生理学来说，运动这应该说对神经生理来说，运动这件事情，生物活着就是运动，所以动这件事情很早就开始注意，被人类注意到，所以它是最早发展的一部分哦。那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就是 motor and sensory 的 homunculus， 就是你可以看到感觉跟运动呢，基本上它在身体的感知里面哈，它对于感觉跟运动的这个认知上其实不会差太多了，只是比例的分配上可能更多，感觉的部分可能更多在手哦，更多在你的头部，那身体永远都是最被忽略的那部分哦。那这是因为我们对外界的刺激也好，反应也好，其实最大的一部分感受，其实真的就是在你的头部的五官，然后在你的手
来感受这个外界的环境哦。所以不管是感觉或运动，你可以呢看到那个虽然它的这个侏儒画起来都很奇怪，可是呢实际上都集中在手跟头部哦。那我们在前面感觉的部分在讲的是这一张图最左边的这个感觉的这个部分哦。那在运动里面要讲的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包含了你的刚才我们感觉接收到这些讯号往上传递之后，它到中枢整合完之后，它会下行到你的体神经运动系统，那促使你的肌肉产生收缩，产生运动，这就是我们在运动系统里面所要提的这部分。那在整个运动系统当中，我们先看看这张图哦。这张图呢，其实最后如果你能够就是上完运动系统之后，你再来看这张图，你可以理解的话，大概运动系统大概你就大概都可以理解了哦。就是在整个这个应该是说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指令要下行的时候，最上面的这个部分是所谓的大脑的 cortex 大脑皮质跟运动皮质的部分哦。那这里存在了一些神经元叫做 UMN 哦，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就是它是所谓的上位神经元，就是在最上层的部分它在控制下层，那个叫上位哦，上位神经元。那大脑在把讯号下放到这个运动的就是使下行到脊髓，那命令脊髓产生四肢的运动或躯体运动的时候呢，这时候它的中间的决策过程它必须经过两个回路，一个是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到在左边这边有两个回路，一个是经过 basal ganglia 叫做基底核，另外一个经过小脑。那这两个回路呢，一个是帮助身体把不必要的动作修饰掉，另外一个是帮大脑的指令再加更多的细节进去。好，那小脑就是加细节的那个部分，那基底核就是把不必要的去掉的部分。那这两个呢在判断的过程当中，它会把我刚才讲的一个是加入一个是去除，那最后他们把这些修饰完的结果再丢到 thalamus， 然后这时候丘脑就会再丢回给大脑，然后再往下执行。那这时候在执行的时候，它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丢到 spinal cord， 一个是经过脑干 brainstem 再丢到 spinal cord。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呢？如果你直接下行到你直接命令，那个就是你意识可以控制的哦。那这个叫做 move control 哦，这个就是你意识可以控制的部分。但是如果它分两段啊，你不能控制，因为它可能丢到 brainstem 再丢到 spinal cord 这部分，这部分可能就是你非自主意识可以控制的。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上位神经元呢，在脑干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区分，就是从脑干往下呢，它就属于下位神经元，就是执行的部分哦。所以神经元只要一开始就被分了等级，就是在上面接受命令的，它就是产生命令的，下达命令的就是 UMN 哦。那接收命令就是 LMN， 然后在 brainstem 这个地方分开来。所以在 UMN 的部分呢， brainstem 它的 UMN 它可以下行给 LMN， 就 spinal cord， 那也可以由这个在大脑皮质的 UMN 直接下达指令给 spinal cord 哦。那这时候来到 spinal cord 之后，就只有执行这件事哦。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两个进入当中呢，这个 spinal cord 接受了命令之后，就是驱使你的肌肉收缩啊，肢体运动啊，然后本体觉连接在一起。那这时候这些感觉又会回传，就是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感觉的上行，你的本体觉还是会回传到你的大脑，让你知道你身体现在维持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维持在平衡，维持在运动或是静止的状态。那这些都会回传到这个 spinal cord， 再上传回去大脑皮质，然后再重新整合，再下传，因为这是不断修饰的一个过程。好，所以你的感觉跟运动，接收外界的讯号，感觉到运动，它就是一个不断维持平衡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哦。
所以到最后，你如果这个我们运动上完了之后，你再回来看这张图，可能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从感觉到运动的功能这部分，就是我刚才说，从外界的讯号的接收，一直到最后形成一个指令，然后再下达命令，再反回馈给，把这些感觉再回馈给大脑，然后再整合，再下传，这个过程就不断的在执行。所以它会接有 receptor， 从外界讯息的刺激接收，然后 sensory neuron， 然后再整合到大脑之后，下行到 motor neuron， 然后在此驱使这个它的作用器官产生一个回应，然后就产生动作等等。那这就是一个整个，我们上次从有一张图里面看到，它就是从感觉接收到运动，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各位如果还记得，就是这个从感觉输入脊髓的这部分，或输入大脑部分，这个叫什么？叫 efferent 哦。然后这个另外输出的那个叫，一个是 efferent， 一个叫 efferent 哦。输入 efferent 啊，输出就是 efferent 哦。那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运动的部分呢，跟上次一样，就是一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些它的基本的构造的背景部分哦。那在 motor 的部分跟 sensory 一样，它的 neuron 相对单纯许多，因为它没有什么需要特化的哦。它基本上就是都是一些多级的神经元哦，不管是在大脑里面的 Purkinje cell 普金氏细胞，或是在小脑里面的普金氏细胞，或是像在大脑里面的这些锥状细胞哦，三角锥状细胞。它大部分都是有很多的树突的分布哦，然后有一些轴突哦。那重要的是，这些轴突都会带有髓鞘，在大脑里面，它应该说在运动系统里面，大部分的轴突都带髓鞘，因为它要传递的速度是比较快。那利用特殊的染色，就可以看到神经元细胞的本体跟它的这个多角的一个构造哦。那最初的那个通常就是 axon。那在这个轴丘的位置啊，你可以看到它染色染不上，因为它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它就没有太多的色素层，这个地方呢，它是不会有电位产生的哦。那去染肌肉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用银染，可以看到在肌肉上面有一些就是点状的构造，这就是所谓的运动中板哦。所以在整个 motor neuron， 它其实包含的就是一个神经元的本体，然后轴突。那这细胞原本体跟轴突就是一个 motor neuron 的一个形式哦，那也是一个 motor unit 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UMN 跟 LMN 了哈，这里就不详细赘述，就是说它产生命令下达指令的上层的上位神经元叫 upper motor neuron 哦，它最主要在 motor cortex、brainstem 都有，所以它从上到下的时候都会有这些 motor neuron 存在。那 spinal cord 呢？有些它是下达指令的，它会有一些 upper motor neuron， 可是很少。可是 lower motor neuron 呢，最主要就是负责执行的。好，那大部分都存在 spinal cord。那我们刚才也说，整个 motor unit 呢，它就包含了一个神经元、轴突，然后到它的末梢的这些运动中板。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所支配的这整个区域呢，包含它在肌肉上的这些中板的区域呢，都是属于一个 motor unit 哦，就是包含一个神经元哦，它的轴突跟它终端控制的区域都是一个运动单位哦。那肌肉本身就不是它运动单位了哈，但是它就是包含到它的运动中板的这个部分哦。那在motor unit 里面呢，它所走的这些轴突呢，也就是 efferent 的这些 fiber 呢，它有很多种，这个应该是说这些轴突神经纤维呢有几种形式，这是在感觉生里面我们也提过这类似的表格。那你可以看到它 fiber 就分成几类哦，有一种是比较粗的，它归在第一类，也就是 alpha 哦。那1A 跟 1B 呢，它最主要是那个线径比较粗，所以它传递的讯号是比较快速的。那这个第二类呢，第二类最主要是它的线径稍微细一些，那一样是传递运动讯号，它的速度比较快。那
Delta 跟 C 呢，最主要是存在，大多数都存在那个感觉系统当中哦。那这个感觉系统大部分都是 C 的哦，少数是 A Delta， 就是那个大家记得那个闸门控制理论哦，就是痛觉的传递的时候，快速的那个触觉，它其实走的是 A Delta 哦，或是一些痛觉哦，一些快速的传递的痛觉是走 A Delta 哦。那可以看到，就是在运动里面，当然它也是有一些存在的。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出了线径的这一种 1A 跟 1B， 还有 secondary 这种形式。那在身体里面，就是运动这件事情，最简单的是不经过大脑的单突触反射。但是呢，这种我们列为反射弧的这种单突触反射呢，虽然号称它不经过大脑了哈，但是这种单突触反射其实是一种，它有点像是一个 model， 就是它是一个模式，让你看到说神经元跟这个这些神经纤维，还有它控制的肌肉这部分，它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让你了解说哦它是怎么运作。可是实际上这种单突触反射哈，在我们的运动系统当中，它存在的几率并不多了哈。有路吗？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单突触反射，就是当你感觉接受之后，走 efferent fiber 进来，然后进到这个输入神经元，哦，也就是 DRG 背根神经节，进到脊髓，然后脊髓经过一个中间神经元，直接就传，就是接力传到运动神经元。然后在副角运动神经元再传到作用器官，然后就产生一个作用，就是进跟出完全都不再上传，这就是一种单突触的反射。那这种单突触反射呢，它就是一个，它基本上是个理想状态。但是在这里面很重要的是这个中间神经元的角色。那在单突触里面呢，通常我们看到中间神经元就是一个 bypass， 就是接收到讯号往下传。但是很多时候中间神经元扮演的是一个抑制性的角色。好，那单突触反射最有名的例子其实就是这种膝跳了，就是当你敲击膝盖的这个髌骨的时候呢，那刺激了这个末端的这个韧带，那这时候这个冲动呢会传递去促使它的膝盖产生一个跳动，就是脚产生一个踢脚跳动的一个行为。那这个动作呢，牵涉到的是敲击，然后这个刺激，然后就传递到脊髓的这个它感觉先传到脊髓的背角，哦，那这个背角呢，它会这个传递一个讯号到大脑去，哦，但是这里面所传递到大脑的这部分大概就是痛觉，然后那其他的，如果只是单纯运动的部分，它就不需要借由这一段，哦，它就会借由肌肉上面的感受器或是肌腱上的感受器，它就将这个运动的讯号呢传到这个 spinal cord， 然后甚至连中间神经元都不需要，直接连到运动神经元，这运动神经元就直接传回到肌肉，让它产生一个收缩，这时候收缩呢脚就产生跳动，哦，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膝跳反射。那可是在这个单突触的膝跳反射里面，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它所监控的是什么，它只在意了肌肉的长度跟它的张力，对不对？膝盖的这个韧带的部分的张力，然后肌肉的长度收缩跟它的这个运动的时候的那个长度的收缩，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理解这个单突触反射的一个方式，哦，但是呢，如果它牵涉到，如果要更详细的去讲说它产生的这个脚步的这个踢动呢，它其实还牵涉到它的这个 antagonist 的这个 muscle reflex， 好，那这时候因为它的反向的这个肌肉必须也要作用，它才会产生什么，产生这个脚踢的动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单突触反射基本上它不太存在，即使连膝跳反射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基本上它都会牵涉到另外一个肌肉也要运动，它才能够完成，哦，所以我们单突触反射这件事情只是让各位了解说
有这样子的，它就是经过一个中间神经元，然后经过两个串联，然后来完成一个动作。可是实际上单突触反射很难存在，然后所以你看到如果真实的状况是他感受到了之后，他会同时把讯号也传到反向的这个 antagonist 的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副角，然后一个是产生收缩，然后这个地方是舒张，所以他才会维持一个踢脚的动作嘛，对不对？哈，那这个是这个刚才那个单突触反射的延伸啊。哦，那你可以看到它一样啊，这个反射里面它一样是去监控这个肌肉的长度跟这个韧带的一个张力。哦，那像这种突触反射里面呢，它牵涉到的是两个神经元。哦，那一个是这两个神经元呢分别都位于这个脊髓的副角。哦，那这两个神经元，一个叫做 alpha motor neuron， 一个叫 gamma motor neuron。哦，那这个 alpha 的 motor neuron 比较大，它感应的是什么呢？这个 motor neuron 的轴突呢，会一路延伸它的轴突，这个到肌肉里面。哦，就是它是感受肌肉上面的一个张力。哦，所以你看到它的运动中板就在肌肉上，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它的 gamma motor neuron 呢，它是哪里？gamma motor neuron 一样位于副角，可是这个 gamma motor neuron 呢，它的轴突呢会一路延伸到什么？延伸到那个在肌肉里面的一个肌梭的两端。哦，那它同时都在监控这个肌肉的长度跟张力。哦，那为什么在它两端呢？当肌肉被拉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肌肉一旦被拉长的时候，除了运动中板这个是产生 acetylcholine 让它产生收缩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负责让它肌肉产生收缩运动的感应器。哦，它是执行的。哦，那可是它的真正的感应器是在肌梭里面。肌梭里面呢，肌梭里面它有一个这个神经纤维缠绕在它那个肌梭中间的位置。哦，那这个神经纤维呢，当这个肌肉被拉长的时候，中间的这个位置会变扁扁的，它缩状会变扁。哦，那这个时候这个神经就会回传一个讯号从背角回来，告诉他肌肉在运动了。那这时候因为它变扁了之后会被拉长，所以在这两端的 gamma motor neuron 就会感受到肌肉被拉长了。那这时候它同时就会，当肌肉被拉长，这个它为了避免肌肉过度的拉长之后产生伤害，这时候它就产生一个讯号要它恢复，那这时候这个运动中板就促使肌肉收缩一次。那这个过程呢，一个是让肌肉放松，一个让肌肉收缩，那就促使了一个非自主的运动，就是它比较像是这个，反而比较像是一个单突触的反射。哦，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单突触反射，但是呢，它就在一块肌肉上面就会发生这样子的这个协同的作用，就是借由Alpha motor neuron， 哦 ，Alpha motor neuron 的运动，然后 Gamma motor neuron 的监控，那借由这个样子就会产生一个这个肌肉的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它就自主的不断的循环的运动。哦，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可控的 ，involuntary 的。哦，那另外一个呢，它这个收缩的舒张的反应呢，就借由 alpha 跟 gamma 这两个 motor neuron 共同的协同作用来产生这个肌肉的运动，所以它叫做 motor neuron 的 co-activation， alpha 跟 gamma 的 co-activation。 哦，那中间经过的是一个是 1A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比较粗的这个 fiber。 哦，它是跟背角的这个感受器的，就是跟肌梭里面的感受器连在一起的 1A， 它是传入。哦，那 secondary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细的部分，它就是两端的那个监控的部分。哦，那另外呢，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是这个中间神经元。我们刚才说中间神经元有时候它是一个 bypass， 就是讯号传去它就只是转手给下一个而已，可是在这里这个 coactivation 里面，它为了防止肌肉的收缩，
一直持续产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它讯号回传的时候啊，你看这个 motor neuron 它有一个侧枝呢，它接到一个中间神经元叫做 Renshaw cell。这个 Renshaw cell 呢，它是自主抑制，哦，就是说，就是自己产生讯号过强的时候，它同时给一个讯号给中间神经元。这中间神经元的功能就是，当你的讯号越来越强，这个中间神经元就会反过来去抑制这个运动神经元的功能，哦，所以它是一个一个应该是说消减讯号的一个角色，哦，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抑制讯号了，哦，就是说它利用自己产生的强度的讯号，再反过来抑制自己的这个过度的运动，哦，这是一种保护了，哦，但是这个 Renshaw cell 就很重要，哦，这 Renshaw cell 它就是在 motor neuron 的 coactivation 里面扮演了一个中间神经元抑制的角色，哦，去活化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借由这一个 coactivation 的 alpha 跟 gamma 的 coactivation，哦，共同协同的作用，就促使肌梭的敏感度可以产生一个收缩舒张的一个作用，哦，好，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部分，哦，它 alpha 呢最主要就是在肌肉上的运动中板的这个感应嘛，哦，那运动了，哦，然后另外呢这个在这些肌肉里面呢，它有一些平行的构造，就是常态里面的这些肌梭，哦，那这肌梭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大来看的话呢，这些肌梭基本上它就是里面这些常态肌肉里面这个小小的这个肌梭，平行的这个肌梭，它基本上就是肌肉的感应器，它就是感应肌肉收缩跟舒张的一个长度跟张力的一个控制，哦，那它通常有两个重要的元素构成，一个叫做这个核链纤维，哦 ，nuclear bag， nuclear chain 啊，哈，核链纤维就是长的，旁边的这种长条状的，还有中间这个会有中间有一个膨大构造的，叫做nuclear bag， 叫核带纤维，哦，那这种核带纤维中间那个膨大构造，就刚刚我们讲到，它那个就是肌肉的感应器，哦，它就是。这个 1A 的 fiber 会同时缠绕在中间的膨大构造，然后 secondary 缠在两端。那这个缠在两端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静态的，就是说当肌肉被拉长的时候，它才会感受得到。那中间这个部分是动态的，每次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它就会感受到中间的形变。哦，那这个部分，这是通常一个这一种肌梭的构造里面会有两个 nuclear bag。跟5到7个不等的 nuclear chain 组成，哦，组成这个所谓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感应器的这个角色。那我们刚才提说，在这个肌肉上面的这个感应呢 ，alpha motor neuron 这个运动中板这个部分呢，这最主要它叫做 extrafusal， 就是肌肉外的这个感应，哦，那这个。那个另外就是 nuclear bag 这个部分呢 ，intrafusal 哦，这个就是肌肉本身在监控它的这个讯号的一个反应，哦，那它怎么去监控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说，它这个 gamma motor neuron 的部分，它是连接在这个 nuclear chain 的两侧，哦，或是 nuclear bag 的两侧，那。这个连接在两侧的部分呢，跟中间的这个 stretch 的部分呢，好，它一个就是这个 1A 的部分呢，当这个中间的这个肌梭它被拉长的时候，它就会像这个情况，它被拉长的时候它就会变细，对不对？哦，当它变细的时候呢，这动作电位就会产生，哦，因为它缠绕在中间，它就会产生。然后当它舒张回到原本的状态放松的时候。这捧起，那中间这个地方就这个动作电位就会慢慢的频率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哦，所以中间这个部分是一个动态速率的感受，哦，那它感受的是这个肌肉运动的一个速率，哦，那两端的这个部分呢，它感受的是什么？当你肌肉变长的时候，这两端才会有反应，因为它会感受到这个长度整个变化。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对长度的一个感应，哦，那这两个呢，
这两个都是一个被动式的感应，就是当它产生形变了之后，它才会感受得到的。好，那另外呢，如果是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个 Golgi tendon， Golgi tendon 是在肌腱上面的感受器，那那个肌腱上的感受器它就是一个主动感应咯，因为当你肌肉那个肌肉在拉长的过程里面，它两端的肌腱就会被拉，就是被拉紧，对不对？那个拉紧的时候，它就感受到它被拉紧的时候，它就会促使肌肉再放松，就是不会继续收缩。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它就借由一个被动收缩的一个感应跟主动收缩的一个感应呢，来控制这个肌肉，就是感应，应该说它就是在监控肌肉的一个收缩的长度跟速率的一个感受器的哈。所以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啊，它同时中间的这一个神经纤维跟两边的神经纤维都会同时的感应到。但是以图中的这个拿铅球这个动作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当他手放下的时候，他的肌肉会放松，那这时候呢，他的肌纤维会恢复哦，那会拉长啊，应该说这个肌肉往下拉的时候，他肌肉整个被拉长，对不对？拉长的时候中间这个地方它会变得比较扁，那这时候动作定位就开始产生哦。那可是因为你过度的拉伸之后，如果你维持在一个动作久了，肌肉会受到伤害哦，所以这时候两端的这个肌腱呢，因为被拉伸了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回馈的讯号，促使肌肉再产生收缩哦，产生一个运动哦。那这时候借由这两个，你就可以看到，当肌肉在这个放松的状态之下呢，正常我们在肌张力维持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一个感应器会一个正常的 action potential 产生，那当肌肉被拉长的时候， action potential 会变得比较的密集，对不对？然后当肌肉到被放松的时候呢，这个中间的这个感应器的 action potential 就消失了。可是这时候消失了之后，换成两边就是长度的感应器的这个 action potential 产生哦，它会变得越来越密集，因为长度变长了哦。那这时候它就会，你就会看到这个就是这些 fiber 所产生的动作定位，就是随着中间的这个 1A 的部分跟 secondary 的两侧的这个 gamma 的这个 fiber 的部分呢，它就会产生动作定位的交替变化。好，那另外一个，这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在肌肉长度的监控，对不对？那但是在肌肉被拉伸的时候呢，这旁边的 Golgi tendon， 也就是肌腱上面的叫做这个高技视体的肌腱器官哦，那这个上面的这个 fiber 呢，就会产生讯号，因为你被拉长了之后，它的张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它的这个 action potential 就产生，对不对？那当肌肉完全收缩，缩回到膨胀的构造的时候，这个被拉了最长哦，那这时候这个action potential 的讯号产生之后，它会促使肌肉再产生下一个收缩，所以这就是这是一个交互的作用哦，过程是一个交互作用，只是在肌肉当中的这个 receptor 感受的是肌肉长度的变化，在两侧的这个 Golgi tendon 感受的是肌肉张力的变化哦。那这个 Golgi tendon 呢，它的这个感应呢，最主要就跟刚才我们讲膝跳反射的时候，它的这个反向的这个跟它共同作用的这个拮抗肌，它拮抗肌就是靠着这个 Golgi tendon， 就是肌肉收缩，然后肌腱感受到肌肉过度的收就是被拉长了，然后这时候 Golgi tendon 产生回馈一个讯号，然后再让肌肉放松，就是借由这个交替的过程，一个是长度监控，一个是张力监控，然后让肌肉产生就是交互的一个作用，而不至于产生伤害。好，所以各位要记得，就是说这个 GTO 本身它是又是一个张力监控的单位，然后我们前面讲到那个 muscle spindle 就是肌梭，它就是一个肌肉长度的监控单位。好，那借由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这个膝跳反射就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就是说当肌腱产生了一个讯号的时候，它就会促使
这个肌肉产生放松，然后你的拮抗肌就同时产生作用，那这时候它就会产生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个膝跳的这个 spinal reflex， 好，就是当你脚在接受到膝跳反应的时候，脚踢起来的时候，同时拮抗肌产生了一个这个舒张的作用，然后你的就是股四头肌产生一个收缩的作用，好，那所以它整个过程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当这个两侧的这个肌张力，应该说肌腱上面的张力产生的时候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它就会使得 1B 的这个讯号增加，这时候它就去抑制 Alpha Motor Neuron 再继续的产生肌肉的运动收缩，那它就促使肌肉就是让肌肉产生这个运动，这样说好了，然后就是说当肌肉被拉开来之后，张力变大了，哦，肌腱的张力变大了，然后这时候肌腱感应到的那个张力的讯号再促使肌肉做下一次的运动，哦，那藉由这个过程呢，它就可以去监控，不是监控，就是同时监控张力，同时让你的这个肌肉的运动不要产生过度的伤害，哦，那在退缩反应里面呢，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多突触的反射，哦，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事情，通常它接受外界的刺激也包含了这种所谓的退缩反应，就是当你碰到危险的事情的时候，那这时候除了痛觉以外，你还要及时的手要产生反射动作避开那个危险，不管是手碰到火，碰到这个脚踩到钉子，哦，都会有这样子的退缩反射，哦，那这种退缩反射呢，基本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它的两个拮抗肌的一个交互作用，哦，然后当你接受到这个外界的刺激，就是这个痛觉的讯号的时候，这痛觉的讯号会比较快速的回传，哦，那这时候这个痛觉的讯号呢，回传到大脑之后呢，大脑马上下达一个命令，指示你的 spinal cord 产生肌肉的反射，哦，那我们看到这种退缩反射呢，通常如果它在单边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现在先只看单边的话，不管它的对侧的反应的话呢，它单边的反射其实就是当这个讯号产生的时候，回传到 spinal cord， 就是刺激的讯号产生到 spinal cord，spinal cord 经过一个中间神经元，就促使这一个作用肌肉产生收缩，这时候你的手就产生一个运动，哦，就避开那个危险源，哦，脚也是一样，只是脚它又牵涉到了，就是这个当你脚举起来的时候，它身体要维持一个平衡状态，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对侧的反射，哦，那这是对侧，这就是交叉对侧反射，哦，那交叉伸肌的反射是这样子，就是这只有在脚才会出现的，哦，在手的话它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手没有平衡的问题，它没有交叉对侧的反应，哦，但是如果是在脚，如果你两只脚，一只脚举起来，另外一只脚必须维持平衡，那你的交叉伸肌反射，哦，它基本上就是痛觉走的是 A delta，哦，那这个讯号回传到 spinal cord 的时候，它会同时这个下达命令给要收缩的那个脚，哦，就是退缩反射的脚，产生刚才我们所讲的退缩反射。可是同时这个讯号呢 ，spinal cord 会将它传送到对侧的这个脚步的控制，那让它产生相反的这个交叉伸肌反射。也就是说，当这只脚是这个股四头肌这个抑制。然后这个它的背侧的这个拮抗肌产生收缩的时候，你的膝盖收缩起来。可是另外一只脚，它给的命令刚好，因为它交叉到对侧之后，它给的这个命令是相反的。它就是让它股四头肌维持运作，然后它的拮抗肌产生这个抑制。那这时候你的另外一只脚就会站立着，而这个碰到危险的那一只脚就产生收缩。哦，那这就是一个对侧的交叉伸肌反射，那这样子身体才能维持一个平衡。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刚才的这一个 withdraw 退缩反射，或是这一种交叉伸肌反射，它都是一种多突触的一个
反应哦，我们不会看到那一种就是像膝跳的这种单突触反射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脑里面呢，从前面我们一直在讲说上位神经元的概念哦，那所以在整个运动系统里面它是有一个阶级概念的哦，大脑就是最高的中枢，然后到sensory motor 整合之后它就下达命令。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就是 basal ganglia 跟这个小脑的一个修饰哦，那甚至它修饰完之后它到 brainstem 再下传，或是直接下传到 brainstem spinal cord 去执行动作哦。所以大脑是一个最高的这个命令的中枢哦，那中间的这个到 brainstem 之前的位置是一个就是中阶的一个角色，那最低阶就是执行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它才叫做下行进入哦。好，那这些讯号回传的时候哦，为了不让它乱掉，在大脑里面它其实是分层的哦，所以它会有感觉的输入，像大脑皮质一二三层呢，比较表层它就是皮质间的联系，那大部分到第四层呢是感觉讯号输入，然后第五六层就是整合讯号的输出，借由这个方式大脑就不会乱掉，它就可以就是处理所有的讯息哦。那但是这些讯号都还是会经过丘脑的整合再回到这个对应的皮质，所以跟感觉皮质一样，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右边的这部分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感觉体感觉的皮质对应，可是左边在中央沟的后回就是运动皮质的对应哦。那一样它可以汇成一个这个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侏儒小人的这个模型哦，它就是手部特别大，头部特别大哦。那这个动作的部分包含了一些感觉跟运动的整合，然后那感觉跟运动的整合呢，除了从感觉接收之后然后一路整合完丢到运动皮质区，然后运动皮质区再下行，这其中包含了三个部分，一个是精细动作，一个是动作的组织跟准备哦，那跟最后肌肉协调控制，这三个是在不同的区域哦。那精细动作就在 primary motor cortex， 就是在中央沟的前回这个地方哦。那 premotor cortex 动作的准备就在前回的前面这个地方哦。那最后呢，协调的区域大概就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哦。那你可以看到一样，它的皮质运动最后丢到这个初级运动皮质整合完下行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它把所有的讯号都整合到这个 motor cortex 之后，然后再下行命令。所以这个地方中央沟的前回这个地方是一个下达命令的中枢哦。那在我们运动控制的部分，它包含了两部分，一个就是规划跟计划执行的部分哦。那这个就是由 premotor cortex 来执行，那这时候它这个部分就会把讯号丢到 basal ganglia 基底核跟小脑去做修饰完，再丢回大脑去。那丢回去之后，它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部分哦。所以执行的部分就 primary motor cortex， 它就会下传，所以它会所谓的皮质脊髓镜哦 ，cortical spinal cord project， 那它就开始从 spinal cord 去做执行哦。那执行的时候，它会把讯号回传，它就是借由脊髓小脑镜哦，就是传回到小脑，就是把这些平衡还有一些本体觉回馈到那里去，然后再回馈到这个初级运动皮质，再整合再下传，它就是一个修饰的过程。那在规划的过程里面哦，就是在还没执行之前，这些指令都可以修，所以它会一方面丢到基底核去修饰，一方面丢到小脑去做修饰哦。那最后产生一个执行的动作哦，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回路哦。那以这个铃木一郎的这个运动员的例子来看的话哦，你会看到他从讯号的接收到执行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这些功能要发挥得更淋漓尽致哦。所以当他要接近一个，比如说他要破一个记录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哦。比如说他当时要
破日美四千支安打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当他一开始在思考，在打击球上面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动机这件事情是最早发生的。那动机发生的时候，在 premotor cortex， 好、哦，他要先整合这些动机，必须整合进那个地方去，就是规划协调。哦，但是他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他等一下打完要怎么跑，哦，怎么打，怎么跑，所以他从他的视觉皮质在判断球的方向跟速率的时候，从这一开始，接下来就是他会把这些丢进 premotor cortex 里面去做整合。这时候他规划说打完就要跑，哦，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他在想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恐惧或是面对压力的一些情绪反应，这时候会启动他的 amygdala， 就是杏仁核，跟他潜意识的 hypothalamus 下丘脑，哦，那这时候跟动机有关系，哦，可是在犹豫的时候，他们这种运动员他在犹豫的过程很短，一下就过了，哦，所以当这些动机学习过了之后，球已经出现，哦，球要来的时候，他的 visual cortex 又开始了，就是他要盯着那个球来的方向跟球产生变化，他要手要打的方向，他就要控制他的手要打出去嘛。那时候要控制的时候，虽然我们看起来可能在几毫秒的时间他就决定好了，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前面的 premotor cortex 整合完了之后，丢回到 motor cortex， 把刚才的这些情绪动机都整合好，然后他规划要打击完往前跑的这个动作。好，接下来当他控制身体打出去的时候，他的手腕要转动，哦，他们这些棒球选手他会控制他的手腕的转动，这个手腕的转动是精细动作的调节，但是他身体的转向是大步的调节，就是基底核就是负责他身体的转动，但是他手腕的转动跟击到球的时候把球拉出去的那个瞬间，那个是属于小脑的调节，哦，这两个并不一样。所以整合之后呢，他一打完他身体要朝向一个方向就开始跑，这个就跟他的刚才的这些整合都整合好了，然后开始跑动的过程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是基底核修饰了他身体的大部运动，然后手腕的细部运动是小脑，这时候球就打出去。好，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铃木一朗的这个例子，他其实就是他的大部身体的动作，身体的转向就是 basal ganglion， 他就把身体不必要的动作都去除掉，只剩下转向脚的运动，那就像这个样子，哦，但是呢他手部的手腕的那个调节的部分，因为你要转动手要控制多少力量，那个地方就跟你手拿笔写字或是像你如果这个要手要指到某个位置，这个就是精细的调节，要把不必要都去掉，哦，然后再把精细的指令加进去，这部分就属于小脑的功能。所以你看到这个如果是这个基底核的功能就是去除的，哦，负的，那小脑就是加上去的，哦，那最后整合好了之后，它再传到 motor cortex， 然后再从 motor cortex 去执行身体的运动，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感觉的部分用的是 ascending， 就是从下往上传递，但是这个运动的部分就是 descending pathway， 就是由上往下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叫做 cortical spinal tract， 跟 ventral， 就是包含了外侧的这个皮质脊髓径跟腹部的皮质脊髓径。好，那这两个脊髓径呢，就涵盖了你身体运动的所有的下行进入。好，那这个讯号的部分呢，啊，哈。我们刚才提到最前面看到说皮质到脊髓它是一个直接控制，所以皮质到脊髓的部分叫 direct control， 它叫 cortical spinal， 就是皮质脊髓径，它就是自主运动的部分。那这个自主运动的部分，外侧皮质脊髓径占了 80%， 前皮质脊髓径就腹侧的占了 20%， 好，所以打信号的这个部分就是直接控制。可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经由 brainstem 脑干的这部分它是属于不可控制的，所以它是 indirect control，哦，那它是属于你没办法身体自主控制，包含什么呢？
包含你的前庭脊髓径，哦，就是说我们说平衡这件事情是身体自己调整的。那红核脊髓径，哦，网状脊髓径跟盖膜脊髓径，那这四个呢，就是像皮质眼脑径呢，这个部分还是就是你下达命令的时候，可是这个再往下呢，这些都不可控，哦，这些都是跟你的身体的一些自主调控是有关系的，哦，那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一个图里面啊，如果你今天是从大脑直接到 spinal cord 这种过程不经过 brainstem 对不对，不经过的这个部分，这里就是所谓的 brainstem 眼脑，那经过眼脑这个地方产生一个交叉，然后这个地方很像一个什么，很像一个漏斗的形状，所以这个地方在解剖上叫锥体，哦，那这就跟后面这一章是有关系的，就是所以在整个运动皮质的路径里面，它有包含所谓的锥体进入跟锥体外的进入，哦，那所谓锥体进入就是前一章我们所看到的经过 brainstem 的叫锥体进，哦，不经过 brainstem 的就是锥体外的进入，哦，那差异在于如果是锥体进它就会交叉到锥侧，哦，在锥体的地方交叉对侧，那如果是锥体外进入的话它就是直接一路下行，哦，那所以在这里面像红核它就是扮演了一个红核脊髓径是锥体进入嘛，哦，它就扮演了从脑干到这个 spinal cord 之间的一个精细动作的控制，哦，所以它就是属于这个锥体进入的一部分。那至于锥体进入跟锥体外进入的这个组成跟它的一些功能的部分，各位可以参考这一章，就是我把它整理成就是比较详细的资料。那一个就是锥体径，它就是控制的就是肌肉收缩有意识的动作，哦，那锥体外径的话呢，它基本上，哦，我刚才可能讲相反了，哦，抱歉，就是锥体径本身它是一个有意识的动作执行，那锥体外径的部分是一个无意识的执行，哦，那它分别的功能呢就是列在后面，哦，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哦，那最后呢就是今天我们就上到这章结束了，哦，就是说当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一个皮质大脑皮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症状产生，哦，也就是说临床常见的就是当你的肌肉控制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在接受到刺激的时候产生反应，所以正常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有刺激在脚底板刮的时候呢，沿着脚底这样刮的时候呢，那正常人应该是脚掌会收起来，就是你的脚趾会收缩，应该要像这样，你的大拇指往内会整个收缩。可是如果你的皮质脊髓径，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自主控制的部分有问题了，你没办法控制了，当你没办法控制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什么，就是原本应该要收缩，结果你的甩过来就是脚会张开来，哦，所以你的食指会反向的张开，那这时候就代表你的皮质脊髓径的控制出了问题，哦，那这是很有名的叫Babinski，哦，巴宾斯基的症状，哦，这就皮质脊髓径出了问题。那如果你是 primary motor cortex 出了问题，我们刚才说所有指令最后会到 primary motor cortex，然后它在下行给 spinal cord 执行，可是这时候如果这个皮质出了问题，它会产生的就是控制肌肉的那个能力变差了，所以它就会有肌肉低张、张力不足的问题。哦，那如果是 motor cortex 跟前面的那个 premotor 整个都出问题的话，它就会有肌肉痉挛，就是过度的运动。一个是肌肉的低张，就是张力不足；另外一个就是过度的运动，它就一直持续在颤抖。哦，那这几个都是 motor cortex 皮质运动皮质出了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症状。哦，好，那我们就先上到这边。